大家好啊，欢迎咧大家咧嚟到由 Cash 主办嘅网上讲座。今次嘅主题咧就系梅窝百年老村方牛人。咁今日咧就有好犀利，有两位重量级嘅嘉宾咧嚟到 Cash 呢度啊。咁包括咧就有邱博士啦，同埋阿金博士嘅。我系身材重量级，你真系。搞笑啊！真係今次咧、其實今次嘅活動咧就係咧好多謝咧，就係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穿梭社區文化遺產計劃嘅咁樣。咁啊，今次嘅講座咧，即係好難得啦。就之前大家都留意啊，因為疫情關係咧，啊變咗咧，我哋中心咧都唔能夠咧，即係邀請到一啲嘅即係實體講座，固然之難啦。咁啊，網上講座咧都要做到咧，即係要。即係同個講者都要分隔兩邊嚟做咁樣，咁今次好難得咧，所以可以咧疫情稍為緩和底下咧，就可以即係親身去邀請到兩位重量級嘉賓嚟我哋 Cash 嗰度做主持，咁啊非常之開心。咁啊大家各位網友咧記得啦，咁啊一陣間咧喺個講座期間裏邊，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啲嘅哇，覺得某一啲地方上邊咧想了解多啲嘅喎，咁不妨咧可以留言咧。即係發問嘅，咁到我哋差唔多講座完之前十分鐘啦，大概我哋講緊係4:09、4:10左右啦。咁咧，兩位講者分享完之後咧，我就會 group 咗一啲嘅問題咧，就同大家有啲嘅互動噶啦咁樣。咁啊，事不宜遲啦，咁我首先咧就將時間咧就交俾依兩位嘅重量級嘉賓先。咁我就出翻去啦。好，係、啊、，OK， 好，係啊，好，好啦，咁啊先吞。我吞過少少啦，好好唔該，好好咁啊！多謝勁衝啊，多謝 Cash 啦，咁啊，我嚟講先啦嚇。嗱，我哋今日個就叫梅窩百年嘅，咁啊，各位聽眾或者觀眾咧就冇搞錯，就唔好以為梅窩得一百年歷史，其實梅窩就好長歷史嘅，好長，好長到咩時候咧？長得陣間講俾你知。咁啊，梅窩百年咧，我當時起呢個名嘅時候咧，就係覺得係一種歷史，即係中國人啦，我哋起一個名字咧。就一個約數，呢、這個約數代表長嘅意思，梅窩。咁大家見到咧，其實呢度有四張相啦，即係我哋會有四個唔同嘅系列嘅。咁你見到咧，最下兩張就是我影嘅，其中咧左下角嗰張咧就係一種中西文化，即係嗰種交流嘅感覺。因為大家會見到咧，其實梅窩咧，我哋去嘅時候咧，外國人好多嘅喎，好多嘅喎，即係話佢係幾有別於咧，就係新界一啲咧係傳統嘅村落。右手邊嗰張咧，即係右下角嗰張咧，就係梅窩一個咧，係一陣間會講到咧一個比較有特色嘅建築嚟嘅。好啦，上邊嗰兩張咧，阿金博士介紹一下，左上角嗰張啲朋友一齊過橋，好似結婚喎，係嘛？係啦，上邊左上角嗰張咧，嗱睇落去好特色，咁啊亦都好好似喺度玩緊雜技咁樣。嗱呢個呢度橋咧係喺梅窩好出名嘅，叫五仙橋，咁佢哋鄉下人咧叫斗嶺，斗嶺橋。咁你過呢度橋咧，係要以前咧就要俾錢嘅，就要坐只船，咁啊拉條繩，拉個纜咁樣過去，即係一河兩岸啊。咁啊由呢邊過去嗰邊就要俾斗嶺。咁而家咧呢張相咧，你又見到咧好似好驚險，但係佢哋係結婚啊，新娘咧啊。咁啊，行呢度橋咧就過去對過去另外一邊啦，咁樣，所以見到咧就係嗰陣時結婚咧已經係好先進噶，唔係著褂，係好時髦噶啦。呢張相咧就應該係都係接近五十年尾六十年嘅時候。冇錯嘅，1960年代嘅。咁呢個位置，如果今日我哋去梅窩咧，呢個係咩位置啊？呢個都啲。道橋咧，而家就係石屎橋啦。你睇翻右手邊右上角咧，嗰道橋咧就已經係喺60年代、70年初嘅時候咧，就變為咧度開合，有船喺度經過嘅，俾船經過嘅。啊，啲船咧由海碼頭嗰邊咧入去鹽田啊，每一個鹽田嘅，咁啊過去嗰邊咧就避風。咁啊呢道橋咧就已經係開始。先進啦，由一道你見到新娘行嗰道木橋、竹橋，然後變為咧成為咧將來嗰度咧就一道石屎開合嘅橋啊。好啦，咁啊呢四張圖咧，其實我當時放呢四張圖咧，就有一種咧係第一佢有中西文化特色啦，有一種咧係客家嘅一種咧係古嘅建築啦，有一種咧係現代化。
由一個咧係斗嶺橋直逐漸變成石屎嘅開合橋，到而家嘅石屎橋。咁我哋咧就想講咧就係回鍋嘅歷史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咧就會用一個比較一個下晝兩個鐘頭時間咧係講一個咧係回鍋嘅歷史。咁啊，首先講一講講者先啦。咁啊，大家會見到咧就係金博士啦嚇。咁啊，金博士嘅資料喺度嘅。咁佢事實咧就係原居民嚟嘅嚇，即係差唔多咧。喺梅窩對梅窩嘅歷史啦、掌故啦、梅窩嘅即係跟花花草草咧，都係如數家珍嘅。咁你見到咧，其實咧下邊嗰啲咧就係金博士嘅一啲咧係履歷，但係上面先重要。佢係第十五代嘅梅窩嘅原居民。咁啊喺梅窩入邊咧係對即係我每次去最初去嘅時候咧，金博士對梅窩咧有個好詳盡嘅介紹。咁啊今日嚟講咧，我其實就某程度個主持嘅啫。金博士即係大家可能想聽多啲金博士嘅嘢。咁我兩個分工亦都好簡單嘅啫，我就主要講歷史文獻嘅部分，金博士咧就講咧人情世故典故嘅部分。咁我希望咧就一個咧係激撞出嚟嘅。咁啊呢個係我嘅資料啦嚇。咁啊我基本上而家就喺中國文化研究院度工作嘅。咁啊我以前喺大學工作，同埋喺傳媒工作嘅。咁啊，近呢廿年啦，都做咗好多咧，係關於咧就係歷史文化研究，尤其係香港史嘅研究嘅。咁過去六七年，我大約出咗呢幾本書啦。咁你會見到咧，《梅窩百年》就係中間個位置嚇，大家會見到呢本書《梅窩百年》嘅。咁啊，我寫呢本書嘅時候咧，就同阿金博士嚟寫。咁我哋諗咧，就係我哋就唔想寫一個咧，好似一個咧係流水帳嘅歷史。即係話梅窩係一年一年發生咩事啊？因為第一呢個寫法就相當沉悶嘅。第二咧就係、是、就算即係真係文獻入邊有關梅窩嘢咧，可能講緊兩千字三千字寫曬嘅啦。咁我就想寫多啲嘢，結果咧我就從歷史去講啦，從村落去講啦，從人啦，甚至從牛去講嘅。咁結果咧我哋咧就做咗一本書咧，就叫《梅窩百年》。咁啊幾年前出嘅，都幾受歡迎嘅，都幾受歡迎。好啦。咁我哋首先講一講，嗱呢一部分就我講嚇，我啊講啦，咁一陣間咧，我中間問題會問翻金博士嘅。咁啊，關於大嶼山咧，其實我有個一直有個思考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啊？呢個係我而家我懷疑得我係咁諗嘅啫。我哋喺香港成長又好，喺出世又好咧，大嶼山係香港一個離島，最大嘅離島，呢個係我哋一個概念啦。咁後來我哋知道大嶼山嘅歷史，尤其知道原名，哦，原來大嶼山有另一個名嘅，即係最好長時期都叫大溪山。咁我就即刻諗起呢個地方啊。咁大家可能會留意到，咦，呢個地方咁熟嘅，冇錯，呢個係澳洲，呢個澳洲。兩者有咩關係呢？其實如果大家知道咧，就係澳洲有原住民嘅，後來澳洲咧就變成咧係英國咧係主要咧係佢哋嘅犯人啦，或者係英國主要嘅一啲咧係即係喺英國。犯咗事嘅，然後就放去澳洲嘅。嗱，咁樣講咧，大嶼山喺早期部分咧，大家留意以下咧，大嶼山咧就古稱咧就大溪山嘅，又有大嶼山、大嶼山、大嶼山嚇、大嶼山等等等等嘅名。好啦，咁啊咁講咧係咩咧？就係、是、我哋睇成個歷史咧，大家會發現咧，大溪山個溪點解咧？咩叫大溪山？我哋睇一睇呢、这個係古漢字嘅。大溪嘅溪字，溪嘅溪就係咁寫。呢個係甲骨文嘅溪，其實就係一個奴隸嘅意思。溪係奴隸嘅意思，我哋就會即刻想像到咧，喺好早期嘅喺成個香港市入邊咧，大嶼山咧最低限度喺成個執政嘅眼中咧，佢唔係一個褒義嚟嘅嚇。大溪山唔係一個褒義，佢更似一個貶義，即係話呢個地方嘅住嘅人啦。或者係呢個地方嘅一啲咧，係一種放逐嘅，或者一種咧係屬於咧係管理之外嘅地方。嗱呢樣嘢咧就好得意，就形成咗咧大嶼山過去幾千年歷史入邊咧一個轉轉折折嘅。好啦，我今日咧我呢個係我的部分啦，我的部分就主要係講上邊嘅部分，下邊嗰部分咧就係阿金生嘅部分。我就講一講咧就係大嶼山，因為我哋而家嚟講咧梅窩大嶼山嚇呢啲概念咧，其實喺古人或者喺以前係冇嘅。以前大嶼山是一個地方，而家我哋將佢劃分出嚟就可能梅窩等等。咁我就想講一講咧，大嶼山其實喺香港歷史上咧，其實係有一個好重大價值。而我認為咧係有三個好大嘅價值喺香港史研究方面。嗱，我哋今日諗起大嶼山會諗起咩啊？諗起飛機啦、機場啦，諗起可能就係大佛啦，諗起可能就係水鄉啦，係嘛？但事實上，如果喺香港史研究或者香港歷史研究咧，
我希望咧各位觀眾咧會了解到咧，大嶼山其實有一種舉足輕重嘅作用嘅，而呢樣嘢咧係同梅窩係有關嘅噃。其中兩大段歷史都同梅窩有關嚇，我認為價值。咁啊，所以咧我就用大約係半小時講一講呢樣嘢啦嚇。嗱，如果我想即係聽眾咧或者觀眾咧，你諗一諗，如果你對香港歷史有了解嘅，你諗一諗，俾少少時間諗一諗，大嶼山有咩價值？咁你可能諗價值係咪真係防海防啊？價值係咪真係漁務啊？價值係咪真係鹽田啊？咁如果你諗到鹽田咧，其實已經諗到其中一個價值。我哋逐樣嚟咯喎。第一個咧，大嶼山其實係好重要嘅。如果你稍為知道香港考古歷史咧，香港考古咧，你就知道大嶼山嘅價值喺邊度。大嶼山咧喺香港真正嘅考古咧，係由1920年代開始嘅。咁啊，去到1930年啊開始咧，就真係有深度嘅田野考古，即係包括嚟而家我哋即係挖個地方啦，然後土層啦，然後就發掘啦，然後就做一個咧係標記等等嘅。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大家記住幾個地方啦。啊，呢啲地方一陣要請阿金山補充。你就會發現咧，就係最初開始嘅位置嘅地方咧，就係一啲離島。南丫島啊、長洲啊，其中一個就係大嶼山。咁你就會見到咧兩個主要嘅名字咧，嗱，大灣就係南丫島，但你見到咧就係石壁東灣同埋沙崗梅。嗱，呢兩個地方好重要，尤其係香港考古。如果你稍微了解香港考古咧，就知道有一種叫東灣模式嘅，其實就係指石壁東灣。好啦，金博士，石壁東灣即係石壁，即係呢度，即係石壁水塘啊。係啦，石壁水塘，而家仲冇啊？有，而家就亦都有石壁嘅監獄，即係懲教處啦。咁嗰度近住石壁東灣沙崗嗰度就近住懲教處噶。即係我哋面向海咧，佢係左手邊。某程度真係梅窩附近㗎啦。都遠㗎，係叫南區啊。南區冇錯，即係但係你都係叫咗係好西㗎啦，喺西北嗰度。佢嗰度咧就係歸大澳嘅。嗯。如果由梅窩就東邊啦，南邊咧就係杯澳、長沙、塘福、水口，咁叫大嶼南啦。咁嗰個東灣石壁東灣嗰度咧就係叫做西北嘅。好啦，咁啊當時咧成個30年代嘅田野考古咧就最主要人物啦嚇，斯哥菲女啦，斯哥菲啦嚇。咁你咁樣噶啦嚇，咁啊跟住咧你就會呢、這個更加著名咧。如果對香港歷史就會認識咧，芬大禮神父嘅嚇。咁啊，芬大禮神父，咁佢就基本上咧係成個即係香港考古嘅其中一個好重要人物嚟嘅。咁你都會知道咧，就係陳公哲啊，陳公哲。咁呢三位咧就係負責咧30年代喺成個即係離島區，尤其喺石壁啊、沙崗背一帶嘅一啲考古嘅。咁好啦，咁問題嚟咯，大家要留意到咧，最早負責考古咧都離唔開兩種人，一種就係官員，一種咧就係一啲咧係神職人員嚟嘅。好啦，咁有咩發現咧？嗱，呢張圖就係喺一本論文啦，就係吳偉雄嘅《香港考古學發展史簡論》入邊咧就揾到出嚟嘅。咁入邊咧就係第一次喺石壁東灣發掘到嘅嘢。咁大家就唔使睇墓號啦，墓向唔使睇啦，我哋睇下發掘到啲咩出嚟。有冇骨咧？有冇骨頭咧？係有嘅，你會見到骨頭嘅。咁啊，啲人嘅骨頭啦。但係最重要咧，就係陶器同石器。咁啊，陶器入邊咧就見到一啲咧係鈴文啦，一啲咧就係一啲係陶片啦，咁啊，即係陶器片。石器入邊咧就鍋啦，以鍋為主，以麻為主嘅。咁我哋咧就呢度咧就基本上咧就係發掘到咧就係香港最最最最早期嘅人類居住嘅歷史啊。去到咩時候去追溯咩時候咧？就是新石器時代的後期。我們今天經常都說，如果你看香港地方志那本地方志那本書，它定義香港歷史是接近7000年的，其中的5000年，即是史前的5000年，其實就是來自是離島、大嶼山、南丫島一帶的考古發現的。而這個考古發現就奠定了香港歷史的上限，即是自有人類活動史的上限，就是新石器的後期。好了，那這個給多張圖大家看一看，就是斯哥菲雷在37年的時候去發掘石壁東灣。
咁啊，佢又嚟咗啲新嘅方法，所以形成叫做東灣模式嘅。咁啊，佢就揾啲圖系嘅差異咧，即係個樣嘅唔同嘅差異啦，符號嘅差異啦，同埋佢之間帶出嚟，譬如話帶出個圖隔離，即係圖氣入邊咧，原來有啲酒氣嘅。咁啊，估計你嘅生活情況，然後咧就嘗試分到三個地層，係香港考古史上第一次根據土地，即係土嘅一啲係土壤嘅唔同咧，去分出嗰個層嘅。嗱，呢個層咧係咁樣嘅，佢就分成呢三個層，即係歷史時代嚇，歷史即係呢個歷史時代、原始時代同埋墓葬咁樣嚇。咁當然咧，呢個係好早期嘅啦，而家我哋唔用呢種分法啦，而且呢個分法已經俾人推翻嘅啦。但亦都係嘗試咧，就講咧，就係喺成個東灣發掘入邊咧，其實係某程度奠定咗香港考古發現嘅一啲特色嘅。好啦，我略略講多少少。咁啊，大家要記住一樣嘢啦嚇，即係公元前呢段時間啦。咁啊，地區咧就係赤鱲角啦，而有大嶼山嘅東灣咧，石壁東灣啦嚇。咁我哋今日講個石壁東灣。東灣發現咧，其實一個好大發現係咩咧？就係顛覆咗咧，就係好多人會以為啊，香港先民啊係以船為家呢個觀點。嗱，呢個其中一個發掘點係呢個。咁就見到咧，啲咧係即係建築嘅一個痕跡，一個居住嘅陸地居住嘅痕跡。咁由此咧，其實推翻咗好多嘢嘅。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香港社會係一個咧，係完全一個咧係先係漁業社會呢個概念。如果你睇大嶼山咧，就會發現咧，某程度啊，大澳一帶咧係漁業嘅。但係如果我哋今日講嘅梅窩咧，係農業嘅，係漁農合一嘅，所以一個典範嚟嘅。好啊，第二樣嘢咧，就喺大嶼山嘅呢個爬頭谷咧，就有二十幾處咧係房子嘅，即係房屋住。咁啊，入邊有石鍋啦嚇，即係唔同嘅一啲石器啊咁樣。咁啊，呢個位置，咁由此亦都帶出咧，就係真係有人居住，而且咧居住咧係定居式嘅，就唔係部落社會嗰種咧，喂，唔係一種遊牧社會嗰種，而係一種部落社會嘅定居式。咁啊，呢張圖咧就係一個咧係大嶼山東灣入邊咧係發掘到出嚟嘅一啲即係器具啦。咁啊，大家會見到咧，啲器具咧就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我哋叫做環底嘅一啲陶器啦嚇。咁啊，有啲深，有啲淺嘅。咁啊，佢嘅形狀，咁啊，主要睇幾樣嘢嘅啫，睇佢嘅紋啦，睇個用途啦，睇個其他嘢。咁啊，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大家會見到咧，就係鳥紋嘅嚇。鳥紋有咩特色咧？呢可以講一講。鳥紋特色咧，就因為如果大家發現咧，鳥作為一種咧係即係鳳凰啦，應該係作為一種即係一種特別嘅即係先人啦，或者古人咧。是崇拜的一種咧，係圖騰咧，係來自中國南方，或者中國南方嘅政權，譬如楚國啊，嗰啲全部都係以鳥、鳳凰等等等等作為一個象徵。所以咧，某程度咧，我哋睇到咧，就係經常會話咧，就係香港發掘出嚟咧，係同珠江三角洲甚至係中國南方嘅古人嘅先前歷史係同源咧。其中原因就係來自呢啲唔同嘅文嚇，即係鳥文嘅。好啦。所以咧，我哋如果今日嚟講咧，就大嶼山咧，其實中一個最最最最最最大嘅意義嘅第一個咧，就係大嶼山係香港考古史嘅一個開始，亦都係奠定咗香港考古史咧其中一個咧係上限同埋一個內容嘅。咁呢個俾大家玩下嘅啫。大家知唔知道大嶼山同美人魚係有關係嘅？知唔知噶？未得。美人魚我哋概念就呢條啦嚇，即係呢種美人魚啦嚇。咁事實上咧，喺歷史上咧係有個記載嘅記載。嗱，呢個係即係中國式美人魚啊。喺東晉年代咧，就呢個411年咧，咁啊當時咧就五斗米道咧就起事反晉。咁啊，相傳咧呢個盧秦嘅魚道咧嚇，咁就去咗咧退居大溪山啦。從亦都係比較概念，就係、是、大嶼山好多時咧係中央政權或者地方政權嘅法外之地。即係啲人走去嗰度匿，咁啊結果就叫盧魚同盧亭啦嚇。咁啊，如果大家都知道咧，喺中國傳統上咧，盧魚盧亭係咁嘅樣嘅，咁嘅樣嘅。後來呢個亦都係神話化咗咧，就變成咧就係半人半魚，中國式嘅美人魚，半人半魚。所以如果你話盧魚同盧亭嗱，我今日唔想展開講。如果你今日講起盧魚盧亭咧，或者盧魚啦，主要係盧魚咧，其實主要就係指咧就係一種咧係水上人。而呢啲水上人咧，係俾人個感覺咧、印象咧，係已經係一種半魚半人嘅形象嘅嚇。咁啊，逐漸神話化咗嘅。好啦，我哋翻大嶼山。
咁啊，第一个故事就头先讲啦，考古啦。咁第二个故事系咩？头先有朋友可能喺网络边已经表达出嚟，就系盐啊。大屿山产盐嘅，大屿山去到好近代都系产盐嘅，产盐。大家知道，因为佢系一个四面环海嘅一个大岛嘛，系咪？好啦，咁啊，大屿山产盐咧，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有句说话啦吓。咁啊，王象之讲嘅就大溪山，咁啊，居民咧就以渔盐为生，渔盐为生。鱼盐咧就某程度就系一种咧就系鱼啦，就系一种农民咯。盐咧就系一种咧衍生嘅一种咧系即系产业啦吓。咁啊呢度咧就系阿王象之本书啦，咁啊见到咧就系大溪山吓，咁啊喺有36个岛嘅，咁啊居民咧以鱼盐为生嘅。咁我哋可以简单去谂一谂吓，谂一谂。如果系鱼盐为生嘅话咧，鱼咧就通常系指大澳嘅大。大澳大，因为出去就是珠江口啊，又成个海咁样吓。盐系边度咧？盐系指边度咧？啊，盐系边度咧？冇啊，冇记载嘅，其实冇特别记载盐系边度。因为好似感觉上大屿山成个大屿山都有盐呢样嘢嘅。但如果我哋真系认真去谂咧，就我就揾到资料啦吓，就话清朝道光年间咧，大鹏协嗰个右营咧系住喺东涌城嘅吓，东涌所城，即系东涌好早一早嘅所城。咁我個估計咧，嗱呢個係清光緒五年入邊咧幅圖，就係、是、新安縣圖嘅。大家望一望呢幅縣圖。咁啊，呢幅縣圖入邊咧，我誇咗個地方咧，就呢、是這個。你會見到咧，呢個地方咧就寫住咧，就係呢、這個即係協城呢個地方，即係東涌呢個位置。咁我估計咧如果係即係以當時啊嗰種交通嘅方便或者其他嘢咧，咁某程度咧，魚嘅代表咧就一定係大澳啦。咁呢個鹽嘅代表咧，我估計啊，即係政府可以喺東涌呢地方咧整個協城咧，咁就應該住咗啲軍隊。咁某程度咧就應該就係東涌。咁當然啦，我哋冇更新嘅資料，我哋假設係咁樣啫。好啦，再嚟啦。咁喺呢個過程入面咧，我哋簡單介紹下啦嚇。北宋咧就東莞一帶咧，我哋屬於東莞啊。當時香港屬於東莞嘅。咁啊，三個鹽場咧就係海南、黃田同歸德嘅。咁你見到咧，我間咗海南同黃田咧，因為呢兩個咧。是位于香港的范围之内。咁啊，当时嚟讲咧，就系喺广南东路入边咧，咁就有几个唔同嘅盐山啦。咁啊，海南咧，其实就系今日嘅香港境内，咁就包括大屿山，即系大屿山嘅盐咧，系属于海南山嘅，啊，海南山。然后咧，黄田咧就系今日嘅屯门一带，啊，今日屯门一带。咁你见到今日呢张相咧，就唔好意思啦，呢张相咧就唔系呢个大屿山嘅盐啦。呢张相喺边度咧？呢张相咧就盐田仔。西贡盐田仔，西贡盐田仔，因为西贡盐田仔有个盐嘅示范场嘅。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大家见到咧，哇，啲唔少噶，吓，即系呢个广州呢度咧，其实嗰个盐田唔少噶，有成24,000鱼担嘅，都好多下噶啦。咁啊，事实上咧就可以供给咧就系广州咧，即系广东嘅本路啦，然后就可以去到咧系好多南方嘅城市之多噶啦，即系唔少噶啦。咁喺呢个过程咧，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就系官府场，啊，官府场。咁啊，事實上咧，就南宋嘅時候咧，就喺屯門啦，就設咗咧，就係屯門同官府場嘅。咁啊，官府場咧，你哋大家會見到咧，就係今日嚟講啦嚇，有塊咁嘅石地嚇，呢個石地咧就係喺佛堂門嘅天后館入邊咧。咁入邊咧寫住官事場，即係官府場。咁就講到咧，就是、南宋咧嗰個鹽田咧係非常非常之繁榮嘅嚇，入邊有好多資料講到。咁亦都寫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啦。是新安縣志入面咧記咧就是、當時新安縣咧有四個鹽場嘅，咁啊東莞啦、歸德啦、黃田啦同官府。咁大家就發現咦咁海南去咗邊咧嚇？咁我自己估計咧，海南可能都係官府嘅部分嚟嘅。好啦，咁啊呢度咧就要需要講下啦嚇，點解要講到鹽咧？嗱喺如果你打開二十四史咧，香港啊喺二十四史即係喺清之前啦，其實就好少好少出現嘅。香港作為一個地方，作為即係呢個地區嘅任何嘢，唯一真係出現過咧，亦都好得幸嘅咧，你就會見到咧，就喺宋史出現過嚇，宋史出現過。咁啊，宋史出現過咧，其中一個咧就係講緊大嶼山鹽田嘅暴動嘅嚇，或者係鎮壓鹽田之亂嘅。咁你見到咧，其實好不幸呢樣嘢咧，就係宋史入邊咧嚇，即係喺呢個靈宗本紀入邊咧，你會見到咧就係講咧。就是整個大嶼山一帶咧，就係因為好多私鹽啦，咁啊，結果島民咧就即係政府就去緝啦，去緝呢個私鹽啦，追捕啦，
結果咧，島民咧就暴動嘅嚇，咁啊結果咧就派軍隊啦嚇，即係前之望咧就舔丁就入大溪山，喺大嶼山啦。然後最慘嘅呢四個字，盡殺島民嚇。咁啊結果咧就即係冇咗啦，即係屍然冇咗。嗱，反映咗三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大嶼山係產業啦，第二就係屍鹽。因為當時嚟講咧，喺中國傳統上咧，鹽咧自從呢個漢武帝之後咧，都係政府收歸國有。然後就證明咧，就係咩咧？就係佢哋開始咧，就係有好多屍鹽咧喺度販賣。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基本上咧，我留意到啲歷史咧，就係大嶼山嗰個嗰種域外性，即係話政府係去追捕嘅，然後大家作反，即係基本上。感覺上咧，大嶼山好似即係大嶼山嘅市嘅人嘅民啦嚇，或者大嶼山經濟咧，佢就係一個官方控制之外嘅事嚟嘅。好啦，如果成件事嚟講咧，我哋會留意到咧，喺其實喺孝宗年間啊，其實已經係落旨咧，係去話咧大溪山個屍鹽係大盛，即係話咧南宋嘅孝宗年間已經發現咗呢樣嘢，就哇你啲屍鹽好嚴重喎。然後就叫廣東咧去睇下點搞啦嚇，即係話我哋從呢個信息已經留意到咧，大嶼山由於佢地域嘅原因咧，頭先我最早就講咧嚇，佢基本上係喺王朝嚟講，佢係一個化外之地嚇，咁但係佢就產大量屍鹽。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去到咧呢個咧十二年啦嚇，即係燕孝宗嘅即係淳熙十二年啦，咁亦都係叫啲人去屍緝嘅，去大溪山緝。咁啊，喺大溪山入面咧，就睇下有冇啲漏嘅鹽嘅，即係證明咧，喺中央王朝眼中咧，鹽好重要，而大溪山成日都係咧係漏網之魚嚟嘅。然後你睇下年份啊，即係由1185年一跳多去十幾年之後咧，咁就要發現咧，就係島民就開始咧，就係即係呢個廣東呢個咧，就係去大溪山入面咧，係去緝屍鹽嘅。咁啊，島民咧就以萬燈為首咧，就係嗱呢個歷史就係話入邊有啲係即係地方嘅，即係大嶼山地方人士咧，就殺咗平民啦，就自己咧就係去做一個咧係販賣屍鹽嘅運動啦。咁啊，結果就佢哋一度咧係反攻翻啊，即係好犀利啊！反攻翻去到廣州啊，乘船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喺珠江口入直接去到廣州嘅，如果你中間冇阻隔嘅話。咁都好犀利喎，即係話咧呢段歷史係咩咧？就係大溪山一路係屍鹽嘅，結果咧政府咧就要去鎮壓，最初鎮壓唔到嘅，咁以萬燈為首咧就自己組織咗咧係一個大型嘅地方嘅屍鹽嘅系統同埋一個軍隊，就反攻翻去呢個廣州嚇，好厲害下嘅。咁啊結果咧就王象之喺呢個記載咧就係、是、大溪山嘅人咁啊點樣去防守啦，點樣去攻擊啦？咁啊，結果咧，啲官嘅軍隊咧就唔知，竟然入唔到大溪山啊，因為俾佢哋做一啲保安係阻到嘅。咁啊，島民啊點樣同啲官府咧鬥法嘅？咁啊，即係證明當時嚟講咧，其實都已經唔係一個域外之地咁簡單，直情一個咧叛亂之地，係一個反政府嘅一個咧，因為本身有屍鹽做一個支撐一個島啊。咁啊，結果咧最後一個人就係、是、嗱，呢個係一個悲劇啦，成個故事係咁啊，即係有屍鹽啦。然後鎮壓唔到啦，即係管佢唔到啦，結果就反攻添。反攻之後，政府派軍隊去打又打唔贏啦，結果就真係嚟鎮壓，結果就派大量軍隊去咧就去。咁呢個當然啦，以古典嘅記載咧，盡殺島民係咩情況咧？唔知嘅。咁但係我自己能夠想像都係非常非常慘烈嘅。好啦，呢樣嘢係我自己好有興趣嘅嘢。咁啊，一陣間啊金山都會講到，因為譬如講到古道嘅時候咧，佢都講到古道啲石頭啊嗰種特點啦。一陣我俾金山講。咁但係我哋喺呢度嚟講咧，我自己一直好有興趣咯，因為我做過好多九龍城歷史嘅考據同考察。宋末代皇帝有冇到過大嶼山？第一個問題，宋末代皇帝有冇到過香港？第一個問題，有冇到過大嶼山？呢個咧，我哋就即係我有我睇法，咁啊，可能唔同嘢有唔同睇法嘅。嗱，呢個咧係我哋喺唔同嘅論文入邊咧，去輯一啲資料出嚟，輯啲資料。大家你要見到我打咗好多問號嘅。第一個咧就係、是、宋室咧係南逃啦，睇年份啦，1271年就走到去觀瀑場。嗱，我打個問號係咪九龍城？啊，觀瀑場係咪淨係九龍城？可能佢係指好大，都可能係另一樣嘢嚇。咁你今日見到咧，九龍城咧有宋王台啊，有好多係咩聖山啊，即係以前嚟講，咁究竟係咪真係為咗紀念宋皇帝咧？
然后就是去了浅湾，即今天的荃湾，即是这个五个月之后由九龙城啦。我们今天在香港估到，假设我们在九龙湾道有个营啦，跟着我们搭船跨过维多利亚港呢去到浅湾都讲得通的。然后援兵继续来袭的时候就打到去寿山啦。寿山是不是虎门呢？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呢？就广东同名的地方就太多了。好啦，咁大家就留意到，跟住呢就喺澳门就发生海战啦，海战嘅。好啦，咁结果呢就又返转头喎。呢度入面有个叫江州嘅。江州系咪大屿山？大屿山有古称其中一个就叫江州，但亦都记住一样嘢。喺香港同广东甚至南方中国呢好多地方嘅名好似。好似嘅。咁系咪指香港系大屿山呢？呢个就要问啦。咁喺呢度嚟讲呢，大家都留意到，喂，未完㗎。在梅惠積地，即是说你三月的时候就去到大屿山，四月的时候就端庄就订世送帝膳，帝鼎就即位了。帝鼎在一个地方叫梅惠，梅惠你看到今天金山隔离梅惠有个讲法是梅窝来的，是吧？那么视为送帝鼎，年号是长兴。好了，我们看看这条线。我们今天这个 Google 地图拿给大家看，那我费事画了。大家看到呢就是他由汕头走下来，汕头就走了来今天的九龙城，然后九龙城呢就走到荃湾，荃湾呢走了今天的是这个呢是虎门镇，你看到虎门镇啦，虎门镇之后再走去呢就是这个澳门那一通的，但澳门之后呢走又走回过来呢就是大屿山，然后就再走回来再看一看那条线，大屿山之后再走回今天的新会，这里就有些曲折了同埋崎岖，咁但系啦，当然啦，呢都系存疑嘅。我哋继续讲落去。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就喺梅惠呢个地方咧，赵鼎咧就即位啦，吓就叫长兴啦。咁啊，罗香林啦，一个好著名嘅学者咧，就讲梅惠即系梅窝，梅惠即系梅窝。咁佢个理由咧，大家理由咧就系咩咧？就系话佢个理由啊，佢个理由，即系呢个系阿罗教授嘅理由。原来咧就冇所谓嘅梅惠之村庄嘅，冇噶。咁最近个名就係梅窝啦，就係梅窝更无意义咁啊，更无意义。咁但係最大问题边度呢？就係呢度係宋代发生嘅。而今日嚟讲呢，大屿山嘅人呢，无论客家啦，无论本地都好呢，佢哋语言呢其实就係宋之后嘅语言嚟嘅。所以我哋好难通过语言去追缉呢，就係梅惠嘅读法係乜嘢。好啦，呢个系罗香林嘅睇法。咁大家记住一样嘢呢，就係呢两个年份大家再对比一下。在1197年呢就尽杀岛民嘅，杀晒岛民㗎啦。然后你睇个年份呢，就大约唔够100年就喺度即位。嗱，我哋要理解一样嘢，就係皇帝就唔系咩地方都去，佢一定要去到一啲呢系比较大嘅地方呢，系能够俾佢定落嚟，或者系俾佢最低限度呢系可以养活1000人以上。咁呢个系咪做到呢？呢、这个我存疑先啦。嗱，第二呢，大家如果去马湾呢就会见到呢两个字梅惠。所以呢有时候呢就姚宗仪教授呢亦都有另一个讲法㗎。佢就认为梅惠呢其实就唔系梅窝，梅惠就系马湾。咁但呢都系一种呢系即系某程度嗰个支撑唔系好实嘅支撑嚟嘅。OK? 好啦。喺研究以前嘅历史入面呢，我突然间喺一张古地图入面呢发现咗个地方。嗱，呢个咧系请同治年间咧，王朝直省地域全图，广东全图嚟嘅吓，讲做。咁大家会见到咧，冇问题。你会见到咧，大屿山、大澳系冇问题。大家见唔见到呢度啊？梅惠山。嗱，如果系咁咧，就合理。你今日睇翻个地图就系咩咧？就系宋帝善同宋帝鼎咧，就走咗去呢个虎门啊嘛，即系虎呢个。虎门嗰啲啦，然后咧就走咗去喺澳门打场仗啦。然后佢如果走翻去中间少少咧，即系话呢个地方咧，大约系伶仃洋一带中间少少，就叫梅惠山吓，梅惠山。咁可能又啱喺度即位，即系话咧梅惠系咪即系梅窝咧？我自己嘅判断咧，就我系存一个大问号嘅。咁当然一阵阿金生去补充嘅。OK， 好啦。咁第二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呢样嘢，就系、是、呢个咧系万历年间咧，郭飞与大记嘅大屿山吓。咁我哋就睇唔清楚啊嘛，我搵人画咗张现代版吓呢度。OK，
但大家会留意到咧，就入边咧就基本上咧已经有齐而家所有嘅，即系你大约你嘅名，譬如大澳啦、石壁啦、东西涌啦、大豪山啦，见唔见到一个叫做梅寨村？梅寨村，梅寨村，梅寨村咧，如果你睇个位置，嗱，我将位置调一调啫，因为以前古地同唔同嘅梅寨村嘅话咧，就我想问阿金生啦，喺大屿山有冇地方叫梅寨村嘅？未听过，我自己嘅了解咧，我同阿罗香林都系睇个梅字嘅，呢、这个就几似系梅窝嘅，我个理解呢个几似梅窝嘅。好啦，咁即系话咧，我嘅理解就系、是、第一个地理环境啊，系冇错。第一样咧就系、是、真系有个地方叫梅惠山，但系佢唔系喺大山嘅。第二咧就系、是、梅窝咧喺明代咧最低限度喺粤大几下咧叫梅寨村。咁即系话咧，我认为梅惠系咪等于梅窝咧？我打一个好大问号嘅。好啦，如果我哋睇大屿山早期资料咧，嗱、这、呢个系澳门嘅，即系葡萄牙嘅资料啦。咁你知道咧有个迪纳摩嘅地方。嗱呢张图你调翻转睇嘅，因为佢系珠江出口位咧，佢就唔系向下嘅，佢向右嘅，向咗右。咁呢个位置咧，佢就雕列咗出嚟就系梅，即系大屿山啦。咁我望一望啲早期资料啫。咁啊呢度嚟讲咧，大家会留意到咧。咁啊，呢度咧就係喺崇祯年间去到明代嘅时候咧，就关于大屿山嘅记载咧，就係、是、都係一两笔大过，大溪山有几多岛，然后有几多几大咁样。下边都讲咧，大溪山有几多岛啦。咁啊，入边咧就係、是、有啲人咧就係、是、即系嗱呢个都几悲惨啊。佢住嘅人咧就係、是、住咧都系一啲蛮夷啊，啲蛮夷啊。咁啊，话系头先讲过啦，系美人鱼嘅后代啊，即系老艇或者老鱼啦，即系都系呢种记载。好啦，咁如果你去到睇再大少少咧，去康熙年间，即系去到清代咧，我哋去清代咧，见到咧大屿山依然就叫大屿山，即系大屿。咁即系话咧喺呢度记载入边咧，其实就冇咩特别嘅特色嘅。好啦，然后去到咧系清乾隆五十二年嘅幅图啦，吓，我哋叫做《海疆洋界形势全图》入边咧，大屿山就大约喺呢个位置嘅，咁都系一种。即係基本嘅一種啊，睇翻就 sorry， 基本上一種係即係雕饰就得噶啦。咁啊，亦都係呢度啦。大家都發現咧，大嶼山都係嗱呢張亦都係早期嘅地圖入邊咧，大嶼山都係喺下邊呢個位置嚇。即係喺即係最低限度喺清代或者明清嘅眼中咧，大嶼山就特色唔夠多啦，已經即係隨住鹽業嗰個逐漸衰落咧，特色唔夠多啦。好啦，嗱呢個就大嶼山，我認為啊，可能全香港即係知道嘅人都唔係好多。其实佢同英国殖民有关嘅，呢个系一个好偶然机会发现嘅。我觉得历史上咧，大屿山三件事，第一件事就系考古，第二件事就系盐导致嘅宋失嘅关系，即系宋代失嚟香港关系。第三样嘢就系殖民嘅关系。嗱，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发现嚟。嗱，我喺呢个咧系一篇文章啦。咁呢啲文章咧，其實就係講咧，就係馬灣喺1794年啊，即係話咧，1794年係咩年咧？1794年咧就係英國特使訪問乾隆帝，然後咧就順道咧就走咗落嚟就去睇，然後佢哋做咗一個咧係好認真、好深入嘅考察。咁啊，考察邊度咧？考察就係馬灣，你見到兩個字，馬灣同埋大嶼山，嗱 Lantau Island 入面咧就画咗张地图嘅，系呢张地图咧系最早期咧英国政府即系英国嘅即系嗰种特使咧，佢睇完中央王朝之后咧就南下，就嚟咗呢度咧就去睇啦，啊睇呢度。嗱，如果你追寻历史咧，就发现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系、是、英国如果想殖民全个中国嘅某一个部分，边度部分咧？大屿山，佢想殖民大屿山嘅。一开始就想殖民大屿山嘅，佢哋唔系想殖民香港岛或者系九龙或者新界某个地方，佢系大屿山。咁啊呢篇嘅画入边咧，你见到咧呢个咧系当时入边咧就系Paris 画嘅一个图啦吓。咁就画到咧就系马湾大屿山嘅位置。点解佢要大屿山啊？入边就系呢一句啊呢一句。咁啊呢度嚟讲啦，呢句咧我用佢简单嘅中译帮我译咗佢啦吓。简单嚟讲咧，佢开宗明义就讲呢句啦。我哋可以佔據大嶼山同馬灣。嗱，記住，大家要記住一樣嘢，當時咧，中國係一號通商，一號通商位置咧就今日嘅廣州，啊，廣州，廣州就係珠江口。如果你握住珠江口嘅出口位，大嶼山啊嘛，係咪？
其實你就某程度壓住成個中國對外貿易噶啦。所以咧，當時英國人咧就諗咧，就反正澳門咧就俾呢個葡萄牙奪咗啦。我哋就喺另一邊度，喺大嶼山就攞咗呢個地方啦。佢咁咧，佢就咁成日第一個麻煩更少，麻煩更少好簡單，因為當時清兵係冇住喺嚴格嚟講冇住喺大嶼山。去到後來東涌，即係去到後來大棚協嘅時候先開始。第二咧就是、優勢更多，有咩優勢呢逐樣講咯喎。第一個優勢，澳門喺短時間登台啦，即係葡萄牙人短時間登台，因為原因好簡單。如果大家睇珠江口咧，如果你搭船去澳門咧，你就發現咧，隨住離開大嶼山之後，逐漸向西咧，啲水越嚟越黃嘅，越嚟越黃，越嚟越黑嘅。原因就係咩咧？就係、是、所有嘅珠江嘅沉澱物咧，其實就聚在珠江嘅西面嘅。即係話，如果深水港咧好好多咧，香港比澳門係好得多。香港係深水港嚟嘅，而珠即係澳門咧係淺水港。所以佢意思係登，佢意思係好簡單嘅啫，因為澳門唔能夠入到大船。第二咧就係、是、虎門一帶嘅堡咧可能會被大規模拆毀，因為點解咧？就是、英國既然駐咗屯丁喺大嶼山嘅話，咁虎門咧同大嶼山距離實在太近，咁事實上亦都防禦唔到。所以係咪即係有冇仲有冇作用咧？佢意思就係咁。第三咧就係、是、未經我哋許可咧，河將無法通行，即係話你握守住大嶼山，其實就握守住咗成個珠江嘅咽喉。結果咧就係、是、控制啦。啊，呢個就係、是、即係你今日睇到真係好，真係好離譜啊！即係佢哋太特斯利已經諗住霸你地方，然後就一刀將佢切死嗰啲。第三咧就係、是、廣州整個貿易咧，其代表咗將咗一季內消滅，即係話我封咗珠江口，你就即刻冇生意做噶啦，就係咁。所以咧，你如果大家睇歷史咧，就比較偶然去見到咧，大嶼山原來同最早期，你睇下年份1794年喎、啊，即係如果鴉片戰爭係講緊啦，係1840、1841、1842咁啊，咁啊南京條約1842咁啊，咁即係話其實差唔多早成五六十年前已經係決定做呢樣嘢嘅。好啦，數以百萬計人咧，我哋新界人咧幾乎會立即係咪飢餓同起義啊？即係話咧呢嚿嘢咧真係牽一髮動全身。所以喺最早英國人嘅考察規劃入面咧，大嶼山係佢考慮範圍嚟嘅。好啦，咁啊，我哋俾啲資料大家望望啦嚇。呢、這個係嘉慶年間嘅一啲咧，係廣東省嘅水路圖咧，都見到咧大嶼山呢度嘅嚇。大嶼山其實真係喺呢個中央王朝眼中咧，佢唔係好重要，但喺外國人眼中咧，佢係握守住成個珠江出口。好啦。咁啊，呢度亦都會講咧，就係大嶼山，即係喺嘉慶年間講過啦。咁啊，好鹽田嘅，咁啊有個李文呢個簡食彩知，咁呢個有個擺喺度啦。咁而家呢個喺歷史博物館嘅。咁啊，如果你去呢個大嶼山度見到佢咧，就佢唔係我記得佢唔係真嗰部分啊，真哦，咁就呢個擺哦，呢個真嘅門，我就 sorry， 我喺每一碼頭，我記憶中嗱，每一碼頭一定有一個喺度，但係真正嗰個好似去咗歷史博物館兩件哦一啊。兩件 ，OK 好，呢個其中一件我絕對相信啊，金生嘅意見嚟嘅 ，OK。咁呢個亦都係嘉慶嘅新安海防圖。嗱，大家記住一樣嘢，頭先個概念咧，英國人概念係1794，1819年，即係話差唔多30年後咧，嘉慶年間海防喎、哦，海防真係好重要圖。大嶼山喺即係中國人嘅思維入邊咧，佢只係雲島入邊其中一個，喺伶仃洋、喺澳門、香港一帶嘅島入邊其中一個啫。但是在英國人眼中咧，就佢有得天獨厚的原因，因為始終個貿易嗰、那個，即係作為一個貿易嘅帝國或者資本主義或者帝國主義帝國咧，佢哋睇嘢咧，同一個咧係以農業為主嘅國家咧，係真係唔係好同嘅。好啦，呢、這個係同治九年嘅一個南洋分圖，咁啊呢個可能而家大家見到呢張圖就好近我哋而家嗰種畫地圖方法嘅，咁啊見到大嶼山，就喺呢個位置。好啦，咁啊呢度亦都係咧，係光緒年間嘅呢個咧係全山。嗱呢張圖就好咗好多，大家會留意到呢張圖。呢張圖咧去到光緒11年啊，1885年，即係話咧當時嚟講咧，香港啦、九龍咧已經係變咗殖民地噶啦。咁啊呢個大嶼山同埋新界未割讓。咁呢張圖咧點解重要咧？大家留意張圖咧，其實你望呢張圖咧，大嶼山的而且確作為一個外島咧，佢係握守住咧成個珠江口。嗱，見到藍色部分，即係綠色部分係珠江口嚟噶嘛？成個珠江口嘅咧係出口位嚟嘅，佢真係塞喺度嘅。你霸住佢咧，即係難聽啲嚟講，佢就差唔多係個
通渠水入面咧，嗰粒石，你都係擺咗牛石喺你。冇錯，冇錯，就係咁啦。OK， 嗱，我再俾多啲資料大家望一望啦嚇。咁啊，呢個咧係1898年啦。咁啊，當時嚟講咧，就成個新界都已經係被呢個殖民化咗啦，即係被呢個租約係所控制啦嚇。1899年啦。咁你見到咧，當時係大嶼山咧，就好得意嘅，由於香港島同埋新界九龍新界嘅佔領咧。反而在英國人眼中咧，當時佢認為很重要的大嶼山咧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香港同九龍更加好嘅。好啦，咁啊呢度係講緊嗰個新界拓展啦嚇，咁啊時間關係我快少少講啦嚇。咁呢個係洛克啦，洛克當時嚟講咧就係喺沙頭角啊，喺成個磡子咧就去做一個唔同嘅磡魚，咁佢亦都做咗一個咧係好早期大嶼山人口嘅調查嘅嚇，我陣間可以望一望。啊，咁啊呢個咧就係我哋會見到咧就係呢個原本嗰條線啦，你見到紅色上面嗰條線咧，就係真係根據咧就係戒指嗰個即係中英簽訂嗰條條約嗰邊咧條線係咁畫嘅。咁見過咧英國人咧打下打下咧就唔係咁啦，打咗另一個地方啦。OK， 好啦，洛克嘅報告咧，我哋俾少少大家望望咧，我就抽咗去就係呢個咧係大嶼山嗰部分嘅。佢就話大嶼山當時即係話咧，佢呢個報告係1898年嘅人口幾多啊？成個大嶼山當時成個大嶼山啊，6860人。然後咧就係島長就係15英里嘅，咁啊呢度唔使逐樣講啦，最高峰啊呢啲唔使逐樣講。兩大市鎮大家估係邊兩大？邊兩大？一定有大澳，另一個咧唔係梅窩啊，咁啊東涌嘅。啊，東涌有9個村落嘅，居民從事漁農業嘅。大澳是最繁華的，咁啊係大捕魚中心嚟嘅，即係佢嘅規劃嚟講。咁即係大家要理解到咧，就係喺英國人到啦到嚟嘅時候，或者係清代嗰段時間咧，大嶼山兩個最大嘅地方，一個就係東涌，一個就係大澳。而東涌咧就係主要咧就係漁農業，因為東涌大家知道啦，就係喺再之前咧係東涌協城啊嘛，即係話東涌成個即係政府所在地。政府點樣揾佢所在地呢，就證明佢嗰個地方真係養到咁多人嘅，所以有佢個特色喺度。咁如果你今日睇地圖，大家就發現咧，其實呢個梅窩咧，其實大嶼山嘅南部，東涌喺大嶼山北部，更近珠江出口位，更近咧就係呢個咧係我哋今日會見到咧就係呢個屯門啦、元朗一帶嚇，咁啊容易出去啲嘅。然後咧就係中國喺島上咧有咩代表咧，就係東涌咧頭先講過啦。大澳是副將嚟嘅，啱啱兩個最重要市鎮，兩個最重要市鎮。好啦，我做一個簡單總結，就係講呢個大嶼山部分嘅。第一個，大嶼山係香港考古學嘅寶庫，講咗啦，原因好簡單嘅啫，佢奠定咗香港考古嘅上限啦，佢奠定咗香港考古先民係究竟係做啲咩嘅，住喺邊嘅，究竟平時有啲乜嘢特別嘅可以，即係有價值嘅嘢留低。第二樣嘢咧就係大嶼山係香港原生經濟嘅典型，咩意思呢，就係喺殖民者嚟之前咧，香港嘅經濟都係個幾種經濟啫，就係農業啦、種香啦、採珠啦、鹽田啦，係呢幾種嘅啫。咁啊，殖民者嚟咗之後咧，我哋就可能多咗好多啦，嚇，都係包括可能係貿易啊，包括可能金融啊之類，呢另一件事。所以原生經濟係咁樣，所以佢其實係一個好豐富原生經濟體嚟。你要留意到咧，入邊講到咧，大溪山咧就係嗱。喺康熙復界之後咧，大溪山咧嘅復業啦，咁啊耕種啦，咁啊冇呢個設咗海禁之後咧，就係即係捕魚係好好嘅，係嘛？即係大嶼山係一個捕魚好區嚟嘅。大嶼山種香係一流嘅，因為點解咧？就係大嶼山喺沙羅灣係成個香港咧嗰個質素最高最高最高嘅呢個咧係香料地方嚟嘅，即係呢啲沉香啊種香最好的地方嚟。大嶼山的鹽業咧，去到民國時間啊，仲有四處地方鹽田嘅。咁啊，所以咧，大嶼山咧，亦都係咧，係去到1938年啊，產鹽量啊，都去到1400噸啊，差接近1500噸啊，市價係27500蚊港元。即係話咧，佢作為一個原生經濟體咧，大嶼山其實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好寶貴嘅地方嚟。好啦，最後一樣嘢咧，就我會加一句。大嶼山咧就係香港被殖民嘅開始，係1794年，同埋最後最盛咩嘅盛咧，就因為咧洛克攞咗香港成個香港新界部分，所以佢作為一種咧係一種好盛好最高峰同埋個開始嚟嘅，所以呢個如果我講香港咧，大嶼山係香港經即係成個歷史三大價值咧，就係呢三個，一個寶庫，一個原生經濟嘅典型，亦都係殖民
歷史入邊咧一個好重要嘅開始同埋興盛之點嚟。好啦，興盛係指殖民興盛啊。好啦，咁第二個就有關梅窩種族啦。嗱，我就會以下呢部分咧，我就會一問一答形式嘅。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講下停下，講下停下。嗱，梅窩，大家睇下睇梅窩啦。嗱，梅窩四面環山，就好似山谷，就好似有五條村啦。咁啊，好似咧就係梅花咁樣五朵咁啊，好靚嘅，所以叫梅窩。但我想問金生一個問題：梅窩呢個名係咪即係自你出世以嚟都已經叫，定再之前有另外一個叫法，或者客家人或者本地人或者其他人係咪有另一種叫法？梅窩呢個名咧，由我出世咧都叫梅窩噶啦。就聽啲老人家講，點解叫梅窩咧？咁啊喺梅一入到梅窩咧，你見到有一個山丘。呢、这個山丘咧就叫蝴蝶山啊，咁啊就喺幾條村嘅中間嚟，咁啊又分咗有分佈咧有綠地堂啦、大地堂啦、白文鄉啦，同埋涌口。咁呢個蝴蝶山咧就係喺呢幾個村嘅中間。點解頭先我數係得四條村，但梅花五反？點解會爭好爭到反咧？呢個就係叫做橫托，橫托而家以前咧就唔係一條村嚟嘅，但係就被遺忘咗。咁佢咁我如果計埋橫托咧，係橫托咧係有原居民喺度住嘅早期，咁所以咧自然咧就係計埋橫托就唔反啦。冇錯，所以就叫所以啲老人家一路叫都叫梅窩啊，就嘅意思就咁樣嘅，係咁演變出嚟。係啊，大家將梅窩兩個字拆開，梅就係梅花。梅花就係有呢個五飯嘅，咁啊呢五飯咧就係綠地堂啦、大地堂啦、涌口啦、白銀香啦，同埋咧環堂環堂窩咧就係中間嗰個，即係冚落去嘅中間嗰個嚇。係啦，所以呢個概念咧其實就好有即係點講，好科學嘅。如果喺名字操作嚟講，科學嘅。好啦，咁啊呢圖咧大家會見到咧就係好早期去到係即係上世紀。早期的梅窩嘅，無論是一些農宅、農舍啊，一個即係環成個梅窩的一個樣啦。OK， 咁啊，大家望一望咧，呢張地圖咧就我喺即係 Google 攞落嚟啦。大家會見到咧，就係梅窩咧，其實就處於咧係嗱，大家見到啦，呢、這個就梅窩啦。佢個位置咧，嗱頭先講咗大輪咧，無論係東涌啦、大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大澳咧、啊，某程度都可以叫做大嶼山嘅北部。北部同埋西部，係咪西北部先？即係話咧，其實如果你係由呢、這個即係用船咧，係由呢個珠江口啦，或者咧其實開嘅容易啲嘅。而梅窩位置咧就係呢度嘅嚇，其實係一個係啦東嘅，一個陷入嘅位嚟嘅，陷入嘅位嚟，佢自成一個地方嚟嘅嚇。咁啊嗱，我講一講我自己啦，我自己成長嘅時候咧，就即係成長就係香港。如果嚴格嚟講，即係董姓啊，就八十年代嘅初期啦。真係去過梅窩就八十年代中期，我哋嗰一代嘅香港人咧就好喜歡咧，冇乜錢嘅時候咧就去長洲度假，有錢少少咧就去梅窩度假，即係覺得梅窩咧係，因為點解梅窩後面腹地係成個大嶼山，你可以通過梅窩去好多好多大嶼山地方，係咪？嗱呢個咧就我哋都成日會有個懷疑，點解梅窩會咁多？當年係四五十年代啦，好多有錢人去梅窩嘅，就其中就楊俊達啦，楊俊達就係當年咧就係油麻香港小油麻啲小輪公司嘅其中一個老細啦，就係佢係聯合車房嘅一個老細，咁啊個叫楊俊達啦，咁啊有楊永優啦，楊永優咧就以和龍米行嘅一個老細啦。咁亦都有一個叫高廷峰啦，高廷峰咧係喺呢個八十年代咧就高少華立法局議員高少華嘅嘅父親嚟嘅，咁仲有咧就有戴維園啦、高遠峰啦，咁有好多農場啊，咁又成咁呢啲點解會有咁多有錢人去嗰邊起別墅、起農場？我哋覺得咧，梅窩咧必係一個福地，咁所以咁先能夠聚集到咧咁多啲有錢人家去嗰度別墅，又要最
最喺呢個九十年代都仲見到嘅別墅，而家仲有嘅。係啊，仲有好靚啊，好靚，好靚嘅。就逸苑啦，嗰個就係以和龍為行，楊永優嘅一間別墅嚟。嗯，好啊。嗱，你老實講，我哋今日咧有個好處，阿金生喺度咧，我聽到好多典故。即係啲典故咧，就唔係我哋呢啲咧，即係紙上談兵啊、文獻收集嘅人嘅，所以我好每次都喺金生身上學到好多嘢。嗱，講一講梅窩村落屬性，咩屬性呢？就係、是、究竟佢係屬於客家村定係其他啦？我哋睇一睇官方嘅分佈先啦。嗱，我哋最容易睇就係新安縣治。嗱，1688年新安縣治，咁當時27年咧，即係康熙咧就有個新安縣治嘅，即係康熙版嘅新安縣治啦。咁入面講嘅咧，就喺成個呢個大嶼山有啲咩村啊？佢講啦嚇，呢個東西涌啦，呢個咧就係羅貝澳啦。石壁村啦、梅窝村啊，区在大溪山。嗱，当时嚟讲，即系以呢个康熙嘅分法咧，佢就将呢几条村咧，就即系大屿山咧，佢就划得啲1、2、3、4呢个区嚟。啊，但嗱呢啲概念就同阿金山概念同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我哋即系官方眼中咧，一个大嘅区，系咪啊？大区啊，一个大市啊，直情可能系。咁啊，喺真系可以去到乡民嘅眼中，或者系当地人眼中咧。就是、其實每條村之間都仲有去再細分嘅，再細分嘅。好啦，我再講啦。咁啊，梅窩做完先，嘉興嗱，你見到嘉興24年咧，就做咗另一版嘅新安縣治，即係應該係最後一版嘅新安縣治啦。咁入邊咧就列咗多咗好多啦，東涌啊，就東西涌入邊東涌啦，一路數落去，一路落去，一路落去，一路落去。嗱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大家就會留意到咧梅窩。但我哋點解要用呢種資料顯示出嚟咧？大家會留意到一樣嘢咧，就係、是。留意翻个年份啦，康熙呢个年份咧，1688年咧，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年份嚟，一阵间会解释系点解，就对香港嘅村落咧有个新嘅了解。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大家会知道咧，呢、這个咧系苏玉山先生收集嘅。咁啊，苏玉山先生咧就系、是、洛克嘅翻译官嚟嘅。我点解要佢？因为佢收集咗咧，头先你见到咧就是、大约大屿山住到几多人啊嘛，有个大嘅数噶嘛，佢就做一个好仔细嘅分。分咗咧呢啲有幾多條村有幾多人，然後呢條村有幾多人入邊咧，佢係屬於係客家定係本土啊類似嘅，佢做咗分嘢嘅。咁啊結果咧，唔好意思，張圖可能比較細，你就留意到咧喺呢張圖裏面咧，佢列咗咧大嶼山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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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村啦，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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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人啦，好多好多好多嘅唔同嘅資料。然後其中一個地方咧係雖然寫咗咧係煤氣嘅煤啊。咁但系咧就係、是、梅窩係梅窩，咁啊300户人，我估計700就唔係一個可能我因為咁講700人，因為頭先講過啦，梅窩幾多？成個大嶼山6000人啊嘛，6000人，咁你加加減減加加減啊，你見到啦最多嘅地方有啲地方住咗1000人嘅，有地方就700人嘅。咁當然呢個數係咪一個實數？我哋大約有個數字啦。但係我最重要，你見到一個最右嗰、那個客家。客家呢个系我一直都一个好奇特嘅谂法嚟嘅，我就都要请教阿金生，你哋属唔属于客家人啊？客家人，客家人嚟嘅啊？点睇咧？点睇？如果由我哋睇到我哋嘅我哋追翻咧，我哋嘅乡下啦吓，嗱，我哋嚟住系河源啊，我哋姓金嘅嚟自河源，咁啊姓曾嘅咧就嚟住系五华，咁啊即系啲人一。追翻上去咧，就一定係客家人。好啦，嗱，點解我要話個呢個係一個一個有得討論嘅地方呢？一個討論地方啊！嗱，我想問一個問題，金生，你講嘅話係咪客家話？即係當地啊，講客家話嘅。梅窩係講客家話。梅窩五條村都客家話，即係個大地堂村啊、六地堂村都係客家話。三條村、六地堂、大地堂、白文鄉都係客家。唯一涌口就唔成村嘅，冇錯，涌口係一個區嚟噶，但好神奇喎，涌口鎮仔，涌口而家係變成梅窩最重要嘅地方嚟喎，呢個好神奇，係啊，冇錯冇錯，即係變成一個地啊。嗱，我點解要咁樣討論咧？就係、是、事實上咧，喺香港嘅客家研究入面咧，有個好嚴肅嘅定義嘅，係有個好嚴肅嘅定義。咁呢個定義咧就同阿金生嘅講法咧係唔同嘅，但係冇問題嘅，因為事實上定義呢啲嘢咧可大可小。嗱，我講一講個定義啊。顺治13年咧，喺康熙之前，佢爸爸顺治咧有个海禁嘅，呢个海禁咧系香港历史上其中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嘅悲剧咧，就系、是、海禁。咩叫海禁呢？就因为当时郑成功咧好犀利啦吓，骚扰晒，即系对清朝嚟讲咧系清代嚟清政权咧，佢骚扰咗成个海防嘅。
咁結果咧，佢就要求所有沿海五十里左右嘅城鎮所有人咧，第一個係唔能夠咧係出海，第二樣，第二樣嘢就係向後撤五十里。咁你睇下香港地圖先，一撤五十里，即係成個香港冇人，撤走曬，成個香港冇人嘅。OK， 我話成個香港向內撤五十里嘛。所以好凄涼嘅，當時咧亦都講法咧，就係呢個係廣東有史嚟最凄涼嘅件事，因為中間有啲人自殺啦，有啲人死咗啦，有啲人賣兒，有啲人賣女啦，因為你好多嘢冇啦。咁為咗咧係令到逼啲人翻嚟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工作咧就係將啲香，即係沉香嗰啲香樹咧斬曬啊，等你冇咗生計你就一定走啦咁樣啊。好啦，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康熙喺22年嗱，睇到先生1683，咁頭先講過啦，頭先嗰個新安元寺1688噶嘛。咁即係話啦，22年嘅時候咧，就決定伏界啦，因為打低咗台灣啊嘛，啊鄭成功俾人打低咗，鄭成功後代俾人打低咗啦。咁啊，結果咧就伏界就恢復翻新安縣。喺呢個恢復過程入邊咧，康熙就發現咗件事，佢就覺得咧就基本上冇人啊，唔夠人，死曬噶啦，即係有啲死咗，總之冇人肯翻嚟。咁點算咧？佢就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嗱，好悲慘，成個新安縣啊。在康熙23年得134人，你想想多严重啊！整个县得134人，然后呢康很简单，即是中国政府很简单的，即刻将梅州、潮州、惠州成扎一大区的客家人是迁入珠江三角洲的地区，即是包括新安县。结果呢就去到嘉庆23年的时候呢，即係大約係差唔多係過咗百幾年之後咧，新安縣口咧已經由134人咧飆到22萬人啦，22萬人啦，即係中國人好簡單啫，20人即係再加到好多人，咁即係已經恢復翻原來。咁但係大家就留意到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其實咧就除咗本地人之外咧，就好多客家人咧就移到去新安縣，即係包括今日嘅整個香港新界啊、九龍啊，甚至香港咧好多客家人村落嘅。好啦。咁啊，客家人咧基本上係冇麒麟嘅咧，你係咪冇麒麟嘅？係早期冇麒麟。點解用早期咧？因為我就細佬讀緊小學嘅時候咧，應該係五三至五五年嘅時候啦，我都係學冇麒麟嘅。哦，嗱，如果從呢、這個即係呢個咧，就更加奠定咗咧，金山。或者是整個梅窩村落呢，其實主要就是客家人。客家人、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梅窩的客家話和其他香港地區客家話是否通的？通的，但是呢就都有些不同的，譬如說我們就算在綠地塘村，我們叫惠陽，即是現在叫惠州，惠陽和遠一些那麼多的五華呢都有些不同。正常，但都是客家，都聽得明，但係有啲音。即係舉例子咧，我自己本身潮州人，我識講潮州話嘅，我識聽嘅。咁但係潮州嚟講咧，汕頭同朝陽隔兩條街啫嘛，有啲甚至隔條河啫嘛，隔條海係得條海啊，應該。個話係歪咗少少嘅，但你聽得明，你聽得明嘅嚇。我哋好得意，我哋當年咧係靠呢樣嘢咧，我阿媽咧。因為佢係城市人嚟噶嘛，汕頭人，佢就歧視農村嘅我阿爸嘅，就佢講嘢唔準。好啦，嗱，客家冇麒麟嘅，大家記住客家冇麒麟嘅。咁啊，亦都客家咧係有種咧係祠堂啦，呢個咧係海霸新村嚇，海霸新村嘅圖。咁啊，呢啲咧係客家嘅一啲衣飾，即係打扮。咁啊，客家嘅婚俗啊、婚禮啊，咁啊，俾啲圖大家望望啫，婚禮嚇。咁啊，客家咧其實祖先嘅時候咧就係、是、康熙伏界嘅時候咧係粵東遷過嚟。所以咧，點解要講呢樣嘢咧？就係、是、喺香港入邊咧，有個比較嚴肅嘅定義咧，就係睇條村或者睇啲人咧係幾時嚟香港，就話你係咪客家人嘅。其中一條線最容易畫咧，就係伏界，即係康熙伏界嘅時候。咁啊，所以嚟講咧，嚴格嚟講咧，客家人嚟香港咧定居咗300多年，而本土土人咧或者本地啊，即係我哋嘅本地咧，通常咧就係宋代嚟嘅，就差唔多1000年嘅，中間有少少分野嘅，或者即係有個咁嘅時間分野。OK， 咁呢事太多資料，我哋唔講啦嚇。咁你客家嘅資料啦嚇。咁好啦，呢度嚟講咧就係、是、如果係梅窩村客家梅窩唔同嘅地方，佢來自唔同地方啦，語言唔同啦，然後就通常客家係住喺山嶺之地啦，係嘛？咁啊喺一啲比較貧瘠地方，而本地人咧因為佢早嚟咧，佢霸咗啲好地方嘅。咁呢啲我唔特別講啦。好啦，梅窩村落咧，我哋簡單講一講啦。
如果金生，我想問你，啲主要係綠地糖水、大地糖水、等等白蘭香等等，呢條村最老啊？有冇呢個記載？啊，有嘅。啊，綠地糖同白蘭香最老，點差唔多同一個時期。啊，有根據我哋嘅自己嘅記載啦，我哋喺綠地糖食金啦。咁啊，嗱，我哋就啊一路落嚟咧，都係記載咧，我哋係啊宋帝昺。啊！嗰、那個年代送啊落嚟，咁我哋點解會嗰時候嚟到呢度咧？嗯，咁啊一路傳落嚟啦，咁啊就係、是、我哋即係可能我哋祖宗咧，其中一個係啊宋帝昺嘅一個其中一個唔知道大將即係兵啦嚇，咁、啊、護送宋帝昺嚟，咁啊嚟到啊梅窩，咦、欸？宋帝昺就喺度跳海啊死咗啦，咁啊～散曬啦，就留低喺度啦。我哋又留低喺度啦。咁留低當然係走嚟走去啦。咁啊，都係最早期都係留低。明白。嗱，呢個咧就頭先我講咧，就係喺金生嗰個家族嘅記憶入邊咧，同我哋香港通常定義客家咧係有少少唔同嘅。我哋通常咧畫條線咧，就係康熙復界之後，而阿金生咧可以追溯到咧去宋代嘅啊，宋代。所以其實佢，我估計金山中間可能有啲遷移嘅，即係金家可能有啲遷移啊。OK， 綠地糖村嗱，金山呢度係綠地糖村嘅呢個祠堂嚟嘅。呢個唔係綠地糖村祠堂，呢個係大地堂村嘅。大地堂村嗰間北帝宮啊。係啊係啊係，錯錯錯，北帝宮。我想問咧，你主要嘅即係拜祭嘅地方咧，係即係如果係綠地糖村嘅，除咗你祠堂之後，就拜喺邊度？啊嗱，綠地堂咧就冇廟嘅。嗯。咁啊。聽啊呢度人家講咧，喺啊涌口嗰個洪聖古廟咧，咁啊就係綠地堂咧其中一個啊一條村咧，就係啊同白蘭香發起咧喺嗰度啊喺嗰度起。哦，咁我問個問題，點解綠地堂自己唔整一個咧？如果係咁古老嘅村嘅話，人少啊，因為綠地堂咧早期得我哋姓金嘅。哦，系得我哋一家人嘅咋？哦，明白明白明白，好，我继续睇啲图啦吓。咁啊，三里啊，三里绿地堂嘅啊姓曾噶啦，咁啊佢哋系五华嘅，五华人啊，又客家人嚟噶啦。嗱，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呢个姓曾嘅曾三里，姓曾啦吓。咁啊，佢后边嗰个系一个庚流嚟嘅，佢系叫庚流。庚流。嗱，我哋今日睇咧，如果我哋睇綠地堂嘅其中一個重要嘅古蹟咧，呢、這個庚流 OK 嘅喎，係嘛？即、就、係、是、一個好重要嘅。係啊，係啊。如果記載咧，呢個有兩個好重要嘅使命嘅。第一個咧就係喺呢個戰前咧，就係第四嘅大戰嘅時候咧，就係、是、幫手係保家衛國啦。咁跟住咧。之後即係呢個係第二次大戰嘅時候啦，但係最推前咧就係、是、喺農村嘅社會啦，以前鄉下啦、新界咧好多賊匪嘅，咁啦呢個庚流咧就係、是、亦都係就起個作用咧，咁啊喺嗰度咧就瞭望啊嗰啲賊匪嘅活動啦，咁啊有乜事咧就打響個銅鑼啊，咁啊就通知啲村民咧。就要避啦！大家如果有機會去一去咧，庚流咧就會發現咧，佢後邊就山嚟嘅啦。係後邊就山嚟嘅嚇，後邊山即係佢其實處於一種咧係佢唔係好高，但係就真係喺個位置上咧係望到成個區，成個梅窩啊！係啊係啊係啊，真係成個梅窩，即係嗰啲係，真係估唔到啊！真係估唔到，咦咁嘅建築，但係佢所處位置好特別嘅。好啦，咁啊講下呢度咯，即係呢個庚流門口啦，係嘛？點解而家冇人用咧？姓曾呢間？嗱，呢一個咧就呢間屋就其中嘅一間屋嚟，一後邊先係庚流嚟嘅。咁啊，因為佢啲後人一搬咗落去涌口啊，多數而家有丁屋啦。係啊，冇錯。咁啊，啲人就每個丁就俾咗丁屋，咁啊個就唯有放低喺度啦。直到而家為止，呢個庚流咧其實好有歷史價值嘅喎。係啊，站喺我立場，我就覺得咧係值得保育嘅。咁啊，睇下用咩方法，用咩方式。佢大約有幾多年歷史啊？佢應該一個係應該1935年
上下。如果你睇呢度咧，三里門口呢度咧有個年份，我記得好似1930幾年好似。啊嗱，三里咧又唔同喎，三里咧，嗯，係一間鋪一間啊店嚟嘅，啲鋪頭嚟嘅。冇錯，店多咗。佢呢間三里咧係最早1903年。哦，咁早噶啦。係啊，哦、就已經喺涌口咧就開一間鋪頭，嗯，即係1903年。但係佢早居就喺綠地堂喎。明白。啊。明白，哦得意喎，即係話佢哋喺陸地嗱，我今日問多個問題啦。你金姓金係早嚟啊，咁姓曾係咪第二批嚟嘅？嗱，你個道陸地堂咧都叫做係第二批嘅，但係佢哋咧係都叫好後噶啦。嗯，僅僅咧就係1800、1900之前，大約10多年度。哦，但其他嗰啲有好多個姓氏，但係嗰啲由第二度搬嚟㗎啦。明白明白。咁我就有一個問題，我係好有趣嘅。譬如話，我係姓金啦，我已經喺綠地塘村咧有個範圍㗎啦，有個細範圍㗎啦。咁當然盡量打大啲啊。咁如果你即係姓曾嘅嚟，咁我哋點樣即係點樣傾嗰、那個？喂，你邊度我邊度㗎？點傾㗎？啊，好怪㗎！嗱，我聽翻啲老人家講啦。嗯咁啊，就我哋姓金咧，就一路走喺咗，即係喺條村裏邊咧最靚個位置攞咗啦。肯定啦，肯定啦，肯定啦。咁啊，就差唔多係三分二嘅地方都係我嗰條村都係我哋姓金。嗯嗯。咁啊就，咁啊講喺度咧，就講到嗰個南山古道啊。係啦，冇錯。佢姓曾咧，就由啊聽聞佢哋話由荃灣啊，咁一路咁過嚟嘅，由杯澳。嗯嗯。即係啊。由行南山古道嚟到梅窩，嚟到綠地塘村。嗯，咁綠地塘村咧，一落到嚟嘅唔使講，見到我哋啲太公啦嚇。咁啊，哇！有人嚟喎，成都係得自己啫嘛。有人嚟即就認做契爺啦嚇，令你咁啊叫緊契爺啊嘛。有啲關係啦。但你去嗰邊住啦，咁樣就將姓曾咧就去咗。哦餘下嘅三分一，係啦，冇錯，嗰個位置啦。咁都唔算唔錯嘅喎，其實。你好難有機會有人嚟啊！反而係咁樣哦。你淨係得自己係嘛？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咁都係做，都我都係覺得好有趣，就係譬如話咧，你最早期咧，你哋姓金嘅咧係綠地塘村啦。咁分家點算咧？譬如你點樣去，即係當人數咁少嘅時候。點樣開始散業喎？其實啊，我都好佩服我啲祖先。嗯，啊，我哋就冇姓金咧，就冇個人土地。哦，啊，咁就有就用祖堂地，哦，所以叫金渤海棠。哦，呢個金渤海棠咧，就同內地嗰、那個我去到河源紫金嗰度咧，又係有間叫金渤海棠。嗯嗯，啊，證明嗰度係太公地。冇錯冇錯。咁落到嚟香港即係落到嗰度咧，又個所有土地。屋地都係用金渤海棠嘅註冊嘅，喺而家現時嘅叫做啊係啊，喺民政處啊，哦喺嚟到民政處度註冊，所以我哋要冇私人土地嘅，咁得意㗎，咁但係我咁即係真係八卦啦，啊咁有冇丁權嗰啲㗎？有，哦有，我哋1940幾嚟到嘛，梗係有丁權。OK， 好明白明白。嗱，跟住呢個咧就係大地堂村啦。咁啊，係咪綠地堂村之後就大地堂村啊？啱，唔係同八啊！我亦都唔敢問你，綠地堂嘅綠係點解？嗱，綠地堂咧個綠，我哋一路都係喺度追問緊啲老人家。嗯，就好得意。嗱，綠地堂咧係同八文鄉咧，嗯，就係靠山。嗯，係唯一兩條村嘅啫。啊，咁啊，後邊係山。咁我哋兩個山咧，後邊咧係有沉香樹嘅，係白雲鄉同你講沉香樹。咁嗰啲個樹山咧就好多啲動物啊，係匿喺度。嗯，咁我哋前面咧就好大嘅平原嘅。嗯，啊，咁啊就一到夜下午啦，即係。四五點咧，就有啲動物咧就出嚟食啲禾啊、菜啊、之類噶啦。咁啲人都就見到啲，咦咁似鹿梅花鹿或者之類咁樣。咁啊，佢又就原來呢啲叫黃驚啊。哦，係冇錯。咁啊，啲人咧就誤以為呢啲就係叫鹿。
所以咧就話啲就話啲啲哇呢度咁多啲鹿出嚟呢度就叫鹿走嚟呢個鹿地嗰、那個地嗰度食嘢。嗯，咁就個名就咁樣嚟啦。好，問啦我啦，大地糖村係咪因為大咧個地？鹿地糖。大地糖村，大地糖村。大地糖個個名啊！大地糖個嗰、那個佢嗰個村嗰、那個所謂個。禾塘地大，嗯，哦，曬嘢嘅禾塘地就空地大，明白明白明白。村一個個農地就唔大嘅。我多觀眾問一個問題，咁有人問，咁個塘點解咧？早期咧，我哋每條村咧，因為都係種禾啊，係水耕啊，嗯。咁一到嗱呢個時候，一到過咗年嘅時候咧，就落雨啊，冇而家冇雨落啊，一落雨水耕，就見到全部咧，好似一個一個水塘咁樣嘅，即係有田雞有食啊嘛，好得意喎！係就咁一眼望落去咧，話全部好似魚塘咁樣。明白。咁即係話綠地塘村個第一個概念嗱，如果拆開個字，村係一個啦，綠地，綠地一個概念，塘一個概念係嘛？綠地咗就大平原啦。哦，明白明白。好 ，OK， 好嘅。大地糖村就佢大嘅，系大嗰嗰個空門口個空地好大。嗱，我哋誒寫本書嘅時候咧，去大地糖村咧，就當時咧佢有啲活動嘅，咁啊好多旗啊咁樣展示出嚟嘅嚇。咁好啦，大地糖村可唔可以介紹下大地糖村嘅姓氏嘅？大地糖村咧就比較後期一啲，佢都係僅僅咧就係一八九八之前就都係。佢就有幾個姓氏嘅，姓黃啦、姓林啦、姓曾啦、同埋嗰個姓薛啊咁樣嘅，咁都係又隔離咗又搬過嚟。係啊，係啊。特別頭先一個，尤其是一個姓黃添，佢大堂村姓黃嘅都算大。咁啊，佢哋都係喺綠地堂嘅一邊搬過去。搬過大堂，所以佢咁後期先至成村就咁解。我想問咧，以前咧啲村有冇村界嘅？即係話越過呢條界咗，有，但係點樣劃咧？以河為界，以河哦，係因為嗱，一陣可以補充下，就係梅窩一帶咧，其實以前嘅河流係比較多，河流多。哇！嗱，大地塘村，咁啊，呢個大地塘村嗰個即係嗰棵樹係咪？嗰棵係啊，嗰棵楓樹，老楓樹。有冇介講解下呢棵樹啊？嗱，呢棵楓樹咧就本嚟有兩棵嘅，姊妹樹。咁就差唔多係六幾年嘅時候啦，嗰棵就死開始病啊，咁六八幾年喺度死咗啦。咁而家剩翻一棵咧，就係而家仲依然存在喺度。咁通常係咪啲地方就係啲老人家咧，就係呢、這個即係咪屬於村落嘅曬涼曬之地、傾偈之地，即係嗰個交流之地算唔算咧？你講得好啱嘅，每條村咧都有個樹嘅，係有樹嘅。咁一早一晚一朝早咧，你去耕種或者係上山斬柴咧、斬樹咧，咁就要聚集啦。咁都就喺個樹頭度啊，坐埋一堆啊，等埋一齊咧就上山啦咁。咁夜晚食完飯咧。咁而家冇而家好似香港做電視睇啊嘛，冇錯冇錯，娛樂嚟嘅傾偈，係啦，坐喺度傾下偈，佢哋叫做講世界啊，傾下傾偈啦，所以就必定係聚在喺樹頭度。好，嗱，大地堂村嗱，白銀鄉啦，嗱，白銀鄉呢名好好聽喎，呢個名，我記得我做呢、這個即係、做呢本書先，好多年前去過梅窩啦，咁白銀鄉，我直覺感覺就係同錢有關嘅，係咪掘到銀啊呢啲嘅，係咪㗎？甚至銀礦灣之間的概念係，我好容易湊埋一齊。同銀礦灣有冇關㗎？一睇就睇知有白銀啊！呢、這個又係我又好有興趣啊！喺歷史方面就收，由細個咧讀小學咧，我就已經咁好八卦㗎啦。我又問啲點解你呢度會用呢個名嘅咧？咁樣啊，咁原來咧白銀鄉隔離咧嘅左手邊咧就有一條河。嗰個河咧，佢哋叫銀河。咁咧就銀河個上游咧就有個銀礦洞，有個瀑布。咁可能早期嘅時候啦，咁佢哋啲婦女咧去洗衫攞水都係到河邊攞嘅啫嘛，未有咁快掘開井啊嘛。咁又是去河邊都洗衫。咁早去咧就唔覺喎，到咁上下咧
日出嚟啦，上得日上上到咁上下咧，就見到哇個水道咧閃光啊，啲咁靚，咁啊原來咧就係上游啲銀啊，就衝咗衝一路咁衝咗落嚟，就啊發覺咧嗰度係有銀。哦，真係有銀嘅。有銀，啊、我哋收工嘅時候咧，我哋都仲去執嗰啲銀礦石嘅，因為開咗啲、哦、開個銀礦洞啊嘛。啊、所以變咗咧，以前咧未開嘅時候咧，就一路就衝嗰啲可能嗰啲碎嘅落嚟啦。咁、啊，就呢度就呢度咧就變咗叫白有白銀出現，佢以前叫白銀噶，啊稱為白銀嘅、哦，所以叫啊咁白銀鄉咧嘅後山咧就有個有就係、是、啊開銀礦嘅山嚟嘅。但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啦，譬如嗱，綠地塘村啦，假設我呢度又開咗第一個條村嘅綠地塘村啦，咁、那個概念其實就好似應該係將成個梅窩都霸都做綠地塘村，咁點解霸霸下突然間就會變成佢哋即係另外一單人點會將命名做大地塘村或者達人鄉，就唔用綠地塘村呢個名咧？嗱就嗱好得意嘅，綠地塘咧，可能以前啲人唔係咁多嘅。人口唔係咁多嘅、okay ，你擺咁多啲冇用噶，好、多荒廢。嗱、我哋知道綠地塘咧，我哋姓金咧有啲啊、產業咧就去到大地塘添噶。喺、大塘前面我哋都有嘅，但係啲冇用啊！你都冇咁多人，嚇、咁變咗荒廢，咁啊咁變咗你去唔到嗰度啦。咁又有人去嗰度啦，咁啊自然係俾人哋啦。哦，自然都有冇得註冊嘅。但自然去到嗰度，咁新嘅人點解唔用翻沿用翻綠地塘咧？又自己起個名咧？嗱，最早期係咪用綠地塘名叫咩？冇人知。哦，係啊，哦啊，但係後期人啲一有人去到嗰度時候咧，覺得哇，呢度咁大嘅地塘，咁大嗰啲有足夠地方去曬谷，係、嘛？咁咪叫個名。頭、先我個問題啦，陳生，你可能未唔記得咗。點樣去分價嘅？如果咁少人嘅時候，都係過村㗎咋？都係，但係個範圍就係大嶼山嘅範圍係咪？係、但梅窩最遠去到牛古朗白安、就去到長沙塘福水口，就唔會去到石壁都少啦。石壁更加唔會去到長洲嗰啲啦。啊，唔會㗎啦。哦，明白。好，嗱，呢個真係當地人先知啦。呢、這個就文武廟嚟喎，有咩特色啊？大人鄉文武廟有咩特色？大人鄉呢個文武廟咧係文説咧係跟佢哋姓杜落嚟。佢姓杜嘅時候咧，姓杜係已經十四世紀已經到咗喺度。咁佢咧到呢度咧就已經呢、這個廟都好耐歷史嘅，都有記載都係好耐。嗱，點解呢個廟咧？我哋影張相咧，因為其實有個更舊嘅樣嘅嚇，呢、這個大家睇下更舊的樣啦。咁啊，呢個我當時咧，我哋呢個樣我就冇見過，因為呢樣係喺呢個金山俾我資料入邊有嘅。咁我就覺得哇，即係呢個樣就好，而呢樣就好過呢樣好多啦，係咪啊？即係呢樣已經太太現代化啦，係嘛？你話現代化得，你話佢奇怪得，啊！但係呢個反而就真係有古色嘅感覺。呢個係右手邊咧，係間學校嚟嘅。係啊，冇錯。間私塾嚟嘅。然後係三條村都有唔同嘅書信。呢、這個文武廟拜嘅即係入邊嘅神咧，係咪同呢個即係上環嗰個一樣嘅？都係文武廟哦，都係啲即係冇一啲有冇啲係達人鄉嘅特色或者梅窩嘅特色，即係加落自己啲嘢落去。冇嘅。咁譬如話，如果最早嘅時候咧，維持呢啲廟咧，係咪就係當地村民嘅一啲捐獻？因為文武廟咧，就雖然話係喺白人鄉度啦，但係一到文武誕咧，係成個梅窩嘅事嚟。哦，明白。哦，但係成個梅窩市，即係成個梅窩都參與佢呢個活動，去嗰度去拜神啊，或者係之類咁樣啊。好，嗱，衝口啦，但我衝口咧一個好特別嘅概念嘅，就咩意思咧？就係、是、其實佢唔係一條村嚟嘅，唔係一條村嚟，一個鎮仔。但係而家咧，如果大家咧，我相信啊，九成嘅香港人，即係如果唔同梅窩或者未去，佢印象中嘅梅窩就係衝口，因為點解有單車嘅地方，係嘛，好多食店嘅地方，
我覺得掂嘅地方，其實嗰個地方咧，反而正正就唔係梅窩嚟嘅，即係梅窩嘅原村嚟嘅。佢唔係梅窩嘅原村。係啊，即係好多朋友咧，如果去到梅窩咧，千祈就唔好去到涌口就以為去到梅窩，你要入去，你先會見到咧綠地塘村、大地塘村同大人鄉。聚集咗個。係啊，好好得意啊！呢個係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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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我帶即係學生考察團，佢都搞錯地方。即係佢哋之前俾我條路線圖喎，喂呢度衝口嚟㗎喎，你要咁樣入去先會喎，即係中間有呢個。所以大家你如果將來咧，你去梅窩考察咧，除咗跟阿金生或者我去睇之外咧，其中嘅原因就要留意一樣就係、是，我哋去到真係古嘅梅窩或者係非現代靠呢、這個填海得翻嚟咧。就反而要去深入少少去睇，有幾條涌啊，有幾條河流、啊。係冇錯，嗱、呢個咧就涌口林啊，涌口嗰啲即係我哋今日見到咧比較繁盛啊，住嘅人比較多咧，其實就涌口嚟嘅。而呢個涌口咧，其實就某程度係梅窩出邊嘅小鎮，可唔可以咁講？係啊，梅窩碼，因為梅窩碼頭而建嘅小鎮，係咪啊？可以咁嘅概念係啱。因為涌口咧啊，喺啊1900年咧已經係。聽到人家講咧，已經係個有鹽出產嘅。係啦，冇錯冇錯。咁嗰度咧就1903年第一間鋪咧就係三里。嗯，係啦，冇錯冇錯。即係話咧，如果你有概念咧，就係綠地塘、大地塘、大人鄉等等咧，其實係啲農業嘅村嚟嘅。而反而涌口咧係一個商業為主，商業嘅一個小鎮。一個小鎮。係啦，呢、這個概念啱啦。嗱，你見到哇咁多人，其實呢個涌口嚟嘅。一出嚟嘅呢个系码头系嘛？码头码头码头初初开始嘅时候系啦，系啦。我哋今日去梅窝嘅码头咧，你见到呢带其实填海区系属于涌口嘅，涌口咧就基本上咧就唔系梅窝嘅古村落嚟嘅。OK， 窝田村又系边度嚟嘅？窝田村就即系而家银矿洞嘅后边啦。嗯，佢哋呢啲村咧系咪叫后起村？即系唔系个五只手，唔系五只方？嗱，讲起。這個呢就要追溯返呢就係1950年即係戰後呢就50年代呢就有好多內地人呢就所謂叫以前叫大逃亡、走來香港啦。咁梅窩呢照計實際上好少人㗎、如果我哋估計呢每條村呢都係50人到。咁啊，50人好少真係，好少。因為嗱，我哋一間小學咧，我哋咁多三條村嘅私塾咧，就喺1937年咧到1944年已經成立咗間梅窩小學，都係復式學校，都唔夠每一行咧都係坐12個人，都坐唔曬，都坐唔滿啊，都係得20多人。咁、你估計啦，以前仲生好多個噶嘛。30、10、8個。我聽我上次去做呢個口述歷史咧，我聽講係每間課室入邊每行係唔同嘅級別嚟嘅，係服飾嗱，1、2、3、4、5、6，咁啊3行都坐唔滿啊，所以梅窩係嗰好少人。到50年代開始咧，就內地啲人湧落嚟嘅時候咧，梅窩咧去到成15000人，哇啊！咁、那個小學咧。就好似擴建啦，可以做上下五班夾埋去到1000人，咪、去到係喎，差唔多嘅學生去到成千人。哇，多咗好多喎、啊！係啦，咁湧入嚟嘅就住喺窩田啊、涌口啊，分咗好多條村啊。哦，窩田都有6條村喎、啊，叫做黃公田六村喎、啊。嗯，咁仲有其他涌口，仲有好多涌口村啊，又咩嶺咀頭村啊。有橋頭村就好多好多呢啲啊！我哋就見到好多村啦。嗱，點搞咧？嗱，政府認可嘅嚇，就原居民村啦。嗱，我哋叫綠地塘村啦。我問一個問題，我諗香港市民都唔知啦。政府認可噶嘛？點啊？1898。哦，有咩好處啊？即係洛克嗰條線啊，洛克條線有丁屋咯。啊，我丁屋。但係如果政府唔認可就冇丁屋。政府冇噶啦。咁但係你證明唔到你1898年之前。嗯。咁用咩證明呢？就你好定住有個地契嗰度有你名啊，個註冊嗰度有你嘅名。OK， 嗱呢度啦嚇，大人白人鄉啦，然後就嗱涌口唔係咯，我唔係好明顯。啲人湧入嚟啦。涌口唔係嘅嚇 ，OK， 窩田村唔係喎。唔係啦。估唔到啊，萬角咀唔係嘅喎。萬角咀本來係嘅，萬角咀最早㗎。
幻覺嘴咧，我哋追溯翻咧係銅器時代啊。嗯。啊，嗰、那個係啊，有考古嘅，所以佢最早添㗎。但係就冇辦法㗎，因為最早中間截咗大段，冇錯。大豪係咪啊？大豪原居民村係原居民村嚟。大豪、牛古浪、白芒都係。係啦，大豪啦，嚇牛古浪啦，係啊，白芒啦，嚇白芒村嚇。咁啊，呢啲咧其實咧，大家會留意到咧，就係即係話咧，我哋喺講解入邊咧，好多唔同嘅概念嘅。第一個就係客家村嘅概念啦，第二個就係原村嘅概念啦。第三個就係後來發嘅鎮嘅概念，所以咧我哋講梅窩故事咧，就咁講村落已經講緊幾種唔同概念交喎。其中一個咧，我印象好深刻嘅咧，就去到涌口一帶咧，我見到好多咧係鐵皮屋嚟嘅，鐵皮屋。嗰啲屋咧其實就金生講咧話好早期㗎啦，嗰啲一路都係咁嘅樣。五十年代。佢入電個樣點變啊？得出電個樣唔可以變嘅。唔可以變。佢好怪，到今日都係嘅。係啊。電視台話你以前用嘅鐵皮，或者木板，你用翻同樣原料材料。我哋同佢喂嗰陣時窮啫，而家唔係啦嘛。而家有兩個錢就俾人哋改，用好啲嘅材料啦嘛。好啦，咁啊呢个讲讲咧，陆地塘村啦，咁啊头先阿金生略讲过啦，咁佢系回窝嘅东南面啦，咁就系一个咧系鱼栏，系古道咧吓，古道入边嘅山脚，因为好得意嘅，如果你去呢个地方咧，你系喺一啲村屋后边咧，突然间搵到条路咧就上山，一过咧就一条好旧嘅山嚟嘅，咁啊原居民村，咁啊最初咧就因为日落黄昏咧就有连群结队嘅黄鲸咧系喺度咧寻觅啦，咁啊结果咧就以为系陆地吓，即系陆嘅地啦吓。咁啊，亦都可以見到好多水嘅，所以叫塘嘅。咁頭先講一次，咁啊，村民住有姓金啦，金生為主啦，嚇曾啦、黃啦、林啦、温啦、温啦、綠金，即係另一個金嘅綠姓嘅。咁啊，後來就多咗另外幾個姓氏嘅，哇，真係好豐富。嗱，呢啲老實講，呢啲資料係金生俾我嘅。我相信如果冇咧，就冇人會知道呢啲事嘅。咁啊，金氏咧就喺南宋年末年咧，就係而家十六世嚇。咁我哋啲圖大家睇下啦，嗱啲圖唔好意思，應該其實放大啲咯，就嗱啲好當日去好靚嘅條村嚇，咁啊係一條好比較細嘅村落嚟嘅，而家細村落嚟嘅，咁啊金山啦，咁你見到咧就係呢個金山入邊呢個佢放咗佢嗰個祠堂入邊咧放咗佢嗰個細細圖喺度嘅嚇，即係應該細圖啊陸地塘村嘅資料大約咁樣。咁啊，陸地塘村嘅古蹟咧，就基本上頭先講過啦，呢、這個就係係嘛啊呢、這個就係係咪叫曾氏更樓？曾氏嘅更樓，曾氏更樓。咁呢張圖咧係比較古嘅，所以咧見到周圍冇建築物嘅。而家就好多。曾氏嘅更樓呢、這個更樓唔係好高嘅啫，真係唔好高嘅啫。應該成日尺度。係啊，唔係好高嘅啫嚇，就係咁嘅樣嘅嚇。咁你見到咧就有個咧係泰山石錦當喎，咁得意嘅，因為泰山嘅。係。應該咧就如果睇翻我哋都覺得其點解我陸地堂冇廟啊？整兩嚿石碑度，佢話呢個咧係叫左青龍右白虎，只能夠用泰山石壓得佢住咁樣。哦，所以好怪嘅，係真係兩邊先有嘅。哦，嚇係嗰個村嘅右手邊、左手邊，即係你出生嘅時候已經有呢個嘢嘅，係一直都有呢個嘢。啊！一直都有呢嚿，一直都有，系两嚿，一直都有，冇人喐过。嗱，我去嘅时候就好觉得好有趣嘅，因为咧吓泰山石咁当咧，即系去泰山石啊嘛，通常都泰山石。然后就你系浸邪噶嘛，系嘛？即系如果你有啲咩地方湿滞，你整嚿喺泰山侧角写得嘅，其实咁有啲人就直情喺泰山嗰个石就写住石咁当三个字嘅。咁我第一次去睇到，哇！乜嘢嘅吓，就咁啦。OK， 咁啊呢度嚟講咧，佢本身係有一個廟，係咪一個呢個就唔係廟嚟嘅，呢、這個就是、屬於一個、一個啲所謂叫土地公。係啦，冇錯。呢個土地公就都好耐先。嗱，以前呢個土地公咧，我哋啲老人家講咧，嗰度啲以前啲船到呢度嘅，到呢個位置嘅，啲艇啊。我哋去到，因為有河，嗰啲河一路上嚟嘅。哦，咁我哋啲老人家講咧，我哋啲太公第二次嚟，即係送帝兵嘅時候，已經係第一次啦。再走再嚟嘅時候咧，喺坐船嚟咧，個船爛咗，入到呢度爛咗咧，走唔到啊。嗯。啊，冇得走噶啦。嗯。咁所以嗰啲船咧係嚟到呢度，避風啊、避盛咁樣船入到嚟，嚟到呢個位置
嗱，我哋而家最難嘅地方喺邊度咧？就因為啲河道已經係冇咗好多河道，係啊，所以我去嘅時候咧，我就好難去想象，即係譬如金生同我話呢度以前好多呢種河啊，好多唔同嘅好似銀村咁樣咯，所以我哋就不斷想象嘅，不斷想象。好啦，咁啊呢度就好啦，你講一講呢度啦。因為頭先咧講咧，我宋帝鼎嘅故事啦，宋帝善、宋帝鼎嘅故事。咁啊，我同阿金生去嘅時候，金生就同我講話：，呢度其實真係嚟過㗎，即係宋帝鼎嘅嚟過㗎。咁啊，佢哋除咗頭先佢嗰個家族嘅呢種即係古老嘅傳說嘅故事之外咧，有關㗎呢度係咪？啊，呢度咧就我非常有印象咧，就係我應該讀五年乜小學五年班，就話我有位老師咧叫何允，嗯。咁啊，跟住佢係廣東省教育廳嘅廳長嚟，咁啊就走落，咁啊四十幾年代走嚟梅窩啦。咁就佢當年咧，我讀五年班嘅時候咧，佢同羅香林咧就嚟香港就研究嘅歷史。咁啊喺度追究呢個歷史咧，就話宋帝昺咧係嚟由呢條南山古道就直落嚟綠地堂。咁啊，綠地堂咧就住過一晚。嗯。咁啊，宋麗炳咧就喺嗰度咧，跟住去由長洲嗰邊去咧，就喺嗰度跳海死咗啦。就去到就擔軍山，即係話見到哇，又嚟翻中國，天滅我也啦，就嗰度跳落去。咁呢個即係睇翻呢條古道咧，就係唔係真係宋麗炳行過咧？冇人知。嗯。但係必定咧有一個偉人咧，係啊！我如果唔係邊度去揾呢啲石咁靚、咁齊整、咁滑、咁光靚嘅石嚟到去砌呢條路咧？咁樣村民行邊個會砌條路俾你村民行啊？係咪？咁啊就羅香林教授咧就覺得咧呢個必定有個偉人行呢條路。咁、當年一路推斷咧就係宋帝昺行過呢度，由呢度落去綠地堂照嗰晚，咁跟住就。呢個古道係去東涌噶嘛？一路去東涌，去到東涌，一路去到東涌。嗱，我哋當日咧就我哋去，我行過幾次嘅啦，行過好多次。咁啊，當然啦，呢個係一個即係你話一個傳說又得，你話一個講法得。咁就呢條路咧就你要見到呢條叫做古道啦。咁佢入邊咧就係、是、你要見到啲石啦，啲石就好靚嘅，好靚又舒服嘅。然後你行過去，咁佢就係沿住行咧，就去到一個郊野公園。再行過去咧，就跨越唔同嘅山咧，最後就東涌啦，東涌。所以咧，我會將佢畫喺綠地堂村嘅古跡入邊嘅。OK， 咁啊，嗱呢個古道嘅石嘅造型啊，我特登影到幾張相嚟望望。咁啊，大地堂村啦，咁啊，原居民村啦，咁啊，大地堂村地理位置好靚嘅喎，好靚，好靚，好靚啊，一眼望一望望齊嘅。不過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就係、是、如果唔講咧，你其實係分唔到邊個地方大地堂，邊個地方堂，因為基本上冇一個交界喺度，你大嘅。有人講過係以土地廟為界，係啊，佢大地堂村後邊有一個土地廟，係啦，嗰個廟叫三界爺，嗰度係三條村嘅，佢嗰度係啦，冇錯啦，咁啊係三個古村嘅某程度中央啦，所以位置好靚嘅，咁啊唔同嘅姓氏啦，姓林啊、姓南啊、姓薛啊、姓王啊，咁啊我哋睇一睇咧就係大地堂村一啲資料啦嚇。咁啊，啱啱好呢個位置就係某程度都係界線嘅位置，係啊，冇錯，界線位置。咁有啲咩古蹟咧？大家見到咧就德帝宮。我又係一個問題，點樣去決定呢條村有文武廟、有德帝宮、有點叫洪聖爺咁？點決定咧？嗱，北帝宮咧，本來大理堂係冇嘅，冇呢個北帝宮。不過點解會有個北帝宮咧？佢哋又叫北帝爺咧？咁啊，文説咧就呢個北帝爺咧就喺早期咧被水咧一路沖咗入去佢大地堂村個村口度咧有條河嘅，嗰條河咧由呢個一路可以入到由海灘度入到嚟嘅。咁啊早期咧，咁啊佢未沖入嚟喺海灘執到嘅時候咧，咁啊就保留住先。咁啊，然後咧再送翻去長洲，咁啊長洲之後咧，又打風嘅時候又衝翻嚟，第二次衝翻嚟。哦，即係長洲衝過嚟一次。衝過嚟㗎，係兩次哦。第一次攞翻去長洲啊。哦。咁啊，第二次再衝翻入嚟，咁啊又去嗰個大理堂嗰個村嗰條河嗰度，咁佢
就覺得咧係有啲問題啦。哦，咁啊就去所謂問杯啦。咁啊嘛，咁啊就唔走啦，願意留喺度咁樣。咁所以大塘村由於佢哋執到噶嘛，咁啊佢哋咧就將佢咧就供奉喺度，供奉佢哋就攞個私人姓王嘅、哦、一個私人嘅屋咧就喺度供奉佢啦。咁我想問一個，咁長洲嗰個北帝點算啊？嗰、那個就冇就過咗嚟啊？啊，長洲北帝還北帝噶嘛？哦，佢係呢個可能係係咪有關係咧？就唔知喎。Okay, 明白明白明白，好我明白好。嗱，呢個就係一啲當時嘅一啲活動啦。咁、啊、呢、這個井有咩特色？呢個井咧係啊，而家保留得非常都好好嘅大地塘村啦。呢個井，嗯啊，咁呢個井咧就係、是、啊，而家即係當年咧係大地塘村啊啲村民飲水、嗯、飲水用嘅，咁個個喺度挑水擔水，咁啊好多條村咧都封咗啦。嗯，咁唯一大地塘村咧都保留翻呢、這個井，咁、嗯、啊做一個紀念。嗯，有冇特別個即係有個名稱或者個即係神話故事喺條頭冇嘅係嘛？啊，都未聽過，未聽過。嗯、好，冇問題，好唔該。嗱，我跟住咧就係白銀鄉啦。咁啊，呢三個最重要啦。咁白銀鄉，我好中意呢個名嘅嚇。咁啊，呢、這個白銀鄉頭先講過啦，就係佢。有啲白銀咧，採礦入邊咧沖落嚟咁啊，好靚嘅一種啦。咁啊，白銀鄉就姓杜咧嚇，都好早嚟嘅啦，已經係咁啊，有五個姓嘅。咁啊，前任村長都係杜樹全，咁啊，其祖先係深圳南投，咁啊，至今已經係第六十六世。啊，白銀鄉嗱啲真係嗱嗱呢個呢、這個啲冇銀嘅啦，不過就因為瀑布，唔係呢個瀑布嚟嘅。啊，瀑布因為我哋取其二啫嚇，取其二。咁啊，中間就係啲瀑布。白銀鄉咩古跡咧？就要見到呢間啦，你嘅呢間。呢間就係亦。院嗰、那個義和龍尾鋪嗰個入口啊，同埋啊大啊白銀鄉一個門樓啊，其中一個門樓。而家有冇人住啊？呢、這個逸苑啊賣咗啦，現在賣咗啦。賣咗即係有冇人住？都有人住。冇人住。但係好得意，我次去都冇人住嘅。冇人住。我真係好靚啲地方，其實係。咁呢個就係廁、這個、所。嗱、這、呢個就啊以前咧。在五十年代有這間呢間就很巴閉的 有個貓池、嗯、以前、農民要保留回的嘛、嗯啊、做肥的嘛那時有個這樣的廁所呢真的很威風是很威風、OK 啊、這個呢就是逸苑逸苑、啊、逸苑、啊、即是大人鄉的逸苑這個剛才講過文武廟大人鄉文武廟這個古代文武廟的樣子、啊、這個是我去拍照的時候文武廟的樣子的我覺得老實說真的我真係爭好遠啊！即係個古代嘅感覺，古代嘅古代咁靚好多啊！而家真係我真係我即係感覺似即係似即係好流流地嘅，即係係咯。OK， 咁呢個係銀礦係嘛？啲銀礦洞，銀礦洞係銀礦洞。而家銀礦洞係入唔到去㗎嘛？入唔到去，封咗、我記得好似去到大約係三十米都就封咗啦。係啊，因為之後有個直洞啊。嗯。啊。曾經就啲村長啊都想希望係活化佢，但係政府始終話佢太耐啦、嗯，風化咗啦又危險性。啊，呢、這個銀礦洞咧入邊就係積水嘅、啊，有積水嘅。嗰啲個下洞嚟嘅。係啦係啦，下洞嚟嘅，而家入唔到去嘅，呢啲係古咗照片嚟嘅。而家個洞口係大約咁樣。呢、這個洞口。啊，洞口 OK。哦，嗱，梅窩咧，我哋即係我自己喺研究梅窩，我作為一個梅窩外人啦去講咧。在梅窩嚟講咧，有幾件事都好重要嘅。第一件事就係頭先阿金生都講過啦，戰後咧其實好多南來嘅移民嘅，戰後即係1945年啊，去到50、60年代都好多戰後移民。咁啊，呢啲戰後移民咧，主要有幾種嘅，譬如話袁華照啦，介紹下袁華照啊。袁華照啦，喺梅窩就係好多人尊敬嘅。嗯。咁佢袁華照都唔係啊戰後落嚟㗎啦，佢一個。嗯系啊，冇錯，中間嚟過幾次啦，冇錯，之後就完全嚟咗住啦。三幾年上落咗嚟啦，咁上上落落，咁戰之後咧，大約係40年代到咧，佢就已經定居喺梅窩啦。嗯，啊，咁啊曾經係對梅窩有好大嘅得益嘅，咁啊好得到啲村民咧嘅尊敬，佢亦都係梅窩鄉事會第一個主席。嗯。嗱、这、呢個點樣會列出嚟咧？就好神奇嘅，大家會留意一下咧，就係喺其他嘅村咧，即係無論係喺新界嘅其他村咧，佢哋嘅鄉事委員會嘅主席通常就係原村民嚟，
係咪原村民嚟？但梅窩嘅村民咧，其實一個嚴格嚟講一個南來嘅，啊南來嘅咁啊，袁華照咧其實有原氏更流嘅喎，係嘛？即係佢有個祖屋咁啊，我呢個係都係訪問啦，我攞一個對照嘅啫。咁啊，袁華照咧，如果係一啲相對比較有錢嘅，係有實力嘅，咁佢本身有槍嘅啦，係咪？袁華照有槍咧，又直情喺一個原氏更流，有個祖屋啦，有個大嘅好似木農場咁嘅咁啊，亦都同一時間咧，頭先阿曾生講啦，就係亦都好多內地比較窮困嘅人啊走嚟嘅。咁啊，我哋其中訪問到，譬如袁耀堂啦嚇，咁啊佢哋話梅窩就係瞓石冚石著木劇，即係佢只石咯，就即係話嗰啲，真係戰後咧，梅窩係有幾種唔同嘅人嚟咗，有啲係有錢嘅，即係嚟呢度咧係作為一個咧係即係有勢力啲嘅，有啲係大部分都係窮人嚟嘅，係嘛？係啊，因為在五十年代落嚟嗰啲咧，又分佈幾個地方。嗯，大多數咧都係喺呢個叫港寧啊。嗯嗯。嗰邊落嚟，嗰邊落嚟咧，因為山區啊。嗯。咁落嚟咩比較窮啲，即係而家肇慶之上嗰啲啊，佢落嚟嗰啲比較窮。係啊。咁我想問咧，就佢哋嚟咗啦，佢嚟咗之後咧，對梅窩整個影響係點啊？譬如話我理解就係、是。我一條咧係好安寧嘅村落嘅，啊，即係相對而言咧，但而家多咗好多人喎，咁係刺激咗當地嘅經濟啊，定係令到係更加，即係最單到語言都唔同咗啦，係咪？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因為我哋嗰陣時落嚟咧，係初初係有啲衝擊嘅，咁啊覺得話哇啲人落嚟啊好似即係冇規矩啊，因為我哋以前啲村民好有規矩噶嘛，邊度係你嘅，邊度我嘅，邊度啊大地堂村我同佢分得好清楚。哇！突然間湧咗成哇幾千人落嚟，咁啊點搞咧？但係過咗段時間咧，就覺得大家覺得好開心。哦，個好處喺邊度咧？第一有咗食壁，1950年咁上下咧，開始就食壁，做食壁啦。咁大起咗咧，有工做啊。哦。咁啊，同埋啲農民咧，梅窩個舊村民咧，嗰陣時以前你有得食就冇錢噶嘛。啲帶佢哋，有佢哋帶住去做嘢喎。咁啊有錢用，有錢啊，唔單止食啊。嗱，呢個第一點啦。第二樣咧，梅窩嘅農民咧，只係識得耕田、種禾、稻禾嘅啫。咁你淨係種菜都唔識嘅喎，咁啊種芋啊、番薯啊，咁啊就好叻噶啦，但係有佢哋一落咗嚟之後咧，就大咗種，識得種菜，咩菜心芥蘭啊，咩馬蹄茄龜，全部哇種好多，帶咗好多呢啲咁嘅常識啊耕種嘅新方法落咗嚟，咁變咗咧，反而好咗喎，仲恰咗喎。大家就好隨和，好嗱，你記住喎，呢、這個地方咧，即係梅窩啦，喺戰後嘅時候咧，就人口大飛緩膨脹，OK， 我哋講多一樣咧，就係牛啦嚇。我哋都經常會發現咧，梅窩好多牛。呢種牛咧，直情係即係係梅窩一景嚟。咁我哋去做呢個研究嘅時候咧，就當然就唔係真係去睇嗰啲牛嘅點啦。即係呢個，即係對我嚟講，呢個唔係一個研究。我就反而要問一個問題：點解梅窩咁多牛？當時我就唔明點解梅窩咁多牛。咁啊，後來終於知道咧，即係大約知道咩事啦，就係石的，係咪頭先嘅石的？如果大家冇記錯咧，金山頭先講過咧，其實梅窩好多水，好多水道，好多水嘅，即係河小河啦，河好多。但係如果你去梅窩，而家係冇。基本上有但冇咁多，冇水，冇多，有啲有啲水嘅，有啲少少啦。你就知道呢啲咁樣同你原來嘅講法唔同嘅原因，好簡單，就係石的水塘嘅出現，係嘛？即係石的呢一帶咁啊。結果咧就嗱，而家嚟講就基本上用翻今日人嘅觀念咧，係想象唔到嘅，就係佢為咗建一個水塘咧，其實摧毀咗梅窩嘅農業嘅。可唔可以咁講？我真係都唔單止梅窩嘅，你成個新界，你起水塘都係，係啦，冇錯，大都係，係啦，農業都係，其實係犧牲咗成個梅窩嘅農業嘅，可唔可以咁講？係啊，好啦，結果咧就梅窩嘅農民咧就啲牛就無所用，但亦都好彩，亦都好處咧就係咩？隨住香港成個城市經濟發展，咁啊產生咗其他唔同嘅工作。
唔同嘅工種。咁所以咧，農民咧係可以轉行轉業成功。咁呢個係好運啦，應該話。但係就某程度咧，呢啲喺梅窩，如果你今日喺梅窩見到好多牛咧，其實就係梅窩第二件事啦。石壁建立咗之後，農業嘅荒廢嘅最後嘅結果嚟嘅。其實如果你今日咁推論嘅話，咁即係話咧，因為石壁嘅建立咧，結果就截咗好多嘅水道啦、水嘅河啦、流水啦，然後就形成一個水塘啦。結果咧就梅窩農民就冇得種啦，咁佢亦都唔好忍心係殺牛嘅，係嘛？牛係非常之善良嘅。我亦都見過咧，有次咧我同金生去睇嘅時候咧，就好多牛行過嘅，即係金生隨意就可以調動佢哋嘅，即係吹兩下哨子啊等等。我哋都其實我哋之前研究過點樣去安置啲牛嘅，即係因為佢即係夜晚上山係嘛，夜黑即係跟住落山係嘛，落山，因為佢哋其實好規矩，亦都冇攻擊性。咁但係咧，就始終都係到而家都可以嘅，即係始終個影響都唔大，係嘛？只不過而家就好可憐啊！我係覺得就因為啲牛咧喺大約係70年代尾咧，就因為由於嗰陣時候正式冇水嗰個稻田咧，所有田都荒廢㗎啦。嗱，我哋睇張相，呢張相係以前嘅稻田。之前嘅農田。嗱，真係有咁多水㗎，真係有多水，即係嗰啲塘村個塘係冇講錯。個塘係啦，係啦，繼續啊，先生。咁啊，嗰啲牛咧就由於我哋佢係我哋嘅即係好幫手，寶貝嚟嘅，好寶係我哋報好寶貝，一路幫緊手，就唔忍心埋佢俾人劏。所以就唯有咧就放佢上山啦。咁啊，但係好。佢都曾經有落過嚟，咁我哋都趕翻上去。但係一路到幾十年之後咧，就而家形成啲牛咧，而家現時啲人叫佢流浪牛，但係我都唔係幾開心啊！聽到嗱，即係其實咧，某程度咧，我會咁睇嘅，就係梅窩嘅牛咧，或者咁大規模牛咧，其實第一記睇到農業社會嗰種咧，係即係因為。某程度為咗犧牲到自己咧，係重建咗香港社會啦，水塘亦都睇到梅窩人嘅善良嘅，其實係嘛？因為如果唔係，即係牛都變成牛扒啦。如果係啊，咪買咯，一隻牛嗰陣時買500蚊。係啊，係啊，所以你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睇。OK， 喂，但係我哋係咪有啲嗱？因為我哋唔覺意講下得翻10分鐘啫喎。我哋都有好多嘢講，但我想睇下係咪有網上嘅問題或者網上嘅。嘅觀眾會或者係嗱，如果冇特別咧，我哋繼續講少少落去嘅。勁沖興嘅咪咯，勁沖興。OK， 好嗱，梅窩嘅牛，我哋見到梅窩牛嘅嚇，梅窩嘅牛都好多嘅。咁下次大家見到梅窩嘅牛咧，我哋就唔係話哎呀牛真係可憐啊，或者牛真係得意啊等等。我哋要諗一諗咧，就係即係某個程度上咧，農村嗰種水源嘅呢、這個即係呢個因為某種犧牲建立一個水塘咧。其實係你既可以話一個悲劇，你亦都可以有一個城市必然發展嘅陣痛嚟嘅，係嘛？陣痛 ，OK， 好啦，咁啊，最後一樣嘢咧就嗱，我哋嗱好勁咩嚟嘅咧？呢個好望角係咩嚟嘅咧？大家睇下，地圖上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咧係有兩個點嘅，一個點咧就係呢個非洲嘅最南部，一個咧就係呢個南美洲的最南部，咁我點解要講咧？呢兩個點咧，其實都曾經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商業繁盛之地嘅。咁啊，頭先咧講咧就係梅窩啊嘛。梅窩以前咧，我細個去到90年代咧，都係咧我哋郊遊嘅地方嚟嘅，即係話去大嶼山。大嶼山嘅第一個點諗到就係梅窩，因為船到啊嘛，係嘛船到。有圍港灣。係啊，冇錯。咁頭先講啲好望角啊，即係。南美洲嘅最南部嘅城市咧，點解佢後來會逐漸衰落呢？其中原因就係喺好望角嚟講，即係非洲嚟講咧，就因為蘇伊士運河一條運河咁直接可以由地中海過呢度嚟講咧，就巴拿馬運河咁直接可以即係太平洋大西洋去通。梅窩咧點解去到90年代之後逐漸咧就唔係度假之地呢？就因為呢度啦，就係、是、呢條地鐵線啦，地鐵線。第二線咁啊，呢度咧，我啊最初成日諗咧，就係事實上而家今日咧去東涌去梅窩都唔係算好方便嘅，有條路去嘅，都有條路去，但係唔算叫做好方便啊。即係第一，我哋冇得揸車嘅，
啊，第二就係、是、都真係有要迂迴曲折咁曲折。你可以揸車嘅，新天中。係啊，冇錯冇錯。嗱，時間關係，我哋睇下有冇啲咩問題先，好嘛？不如我突然間見到好似，喂、哎，原來我哋夠鐘。哎呀，咁啊，今日咧真係好精彩啊！咁啊，我見啊，邱博士咧，哇，從個宏觀嘅角度，即係從嗰個大嶼山嗰個嘅發展開始講起，咁啊，慢慢講到咧嗰個嘅回鍋嘅即係嘅日事啦，同埋以前嘅一啲嘅生活啦咁樣，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咧係有趣嘅，聽啊！咁我即係我自己頭先喺度聽嘅時候咧，我令我最大嘅感觸咧就係講到即係一啲關於牛嗰、那個。同埋講緊就係話，當嗰個嘅即係水塘嘅即係興建，係對於成個嘅即係梅窩嘅即係農業咧有個致命嘅打擊。其實我覺得唔單止淨係講緊係嗰個嘅即係梅窩，其實好多地方係同一時間，譬如即係萬宜水庫啦，萬宜村，係咯，即係萬跟個船灣嗰、那個個。淡水湖啦，等等，其實都有好大嘅一個嘅影響。即係我哋講話，即係聽到落去嗰時候感覺咧，即係當嗰、那個我哋講緊成個即係香港個經濟喺度發展嘅同時裏邊，其實某當然就係某部分嘅人咧就會得益咗，但另一方面咧，其實又犧牲咗另一班人。犧牲咗啲。係啊，真係㗎，真係㗎。依個嚟講，即係我哋反而喺個即係喺個大歷史裏邊，反而我哋即係。呢啲反而就冇俾人哋遺忘，唔係啊！所以我反而我覺得所謂嘅地區史嗰個重要性喺度，就將呢啲嘅即係慢慢遺失嘅一啲嘅記憶，或者呢啲咧可以重新發掘咯。咁另外一樣嘢，我自己就有個問題問嘅，就是、我見到即係譬如特別我自己對於即係神誕啊嗰啲比較有興趣啦。咁特別講到就話，喺梅窩裏邊咧，其中咧係即係比較多人即係慶祝嘅咧，係咪就係嗰個嘅？文武的二帝誕咧，分兩期啦、嗯。如果在五十年代到至到八十年代咧，咁梅窩只係得文武誕嘅啫，即、嗯、因為嗰時淨係得文武廟啊。嗯，洪聖廟咧係喺後期八十年代，即因為嗰冧咗啊，即第一次嘅大戰嘅時候已經開始毀壞咗啦，咁剩翻個石碑。咁啊喺後期咧就差唔多係八十年代後，咁先至重建，同政府攞翻幅地。但係原有嘅地點解唔喺嗰度起咧？原來俾油麻地小公司買咗啦，買咗幅地，咁啊再揾地政署再撥地。啊，咁變咗就話喺八十年代至到大約十年零左近啦，個洪聖廟咧。曾經都係好興盛嘅，咁啊，但係呢個我哋成日都話啦，一代不如一代。當年鄉事會主席啊曾年先生咧，佢就好大力去推動呢樣嘢。咁佢過咗身之後咧，就冇人接班。咁啊，即係我哋講叫做冇人有咩 power 咧，拍膊頭去攞錢。嗯，咁啊變咗就冇啦，就放低咗啦。就好多時好多嘅即係神誕嘅即係興衰咧，其實好多時好關係到咧就係即係有冇一啲嘅人熱心去參與，即係好熱心去參與統籌。人嘅作用好重要，好重要。即係當然我哋成日講話廟有廟魂，但同一時間人嘅嘅人嘅嗰個嘅作用都好大嘅。另外第二樣嘢啦，就係咧，大家都睇到嗰個現實，就係嗰個教育。因為咧，我頭先聽到咧，特別咧，金博士，咧，佢有講到就係即係話，即係梅窩嘅即係學校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自己中心咧喺2019年嗰時候咧，就做咗一個關於咧就村校嘅。即係歌詞嘅一個嘅展覽，咁其中裏邊咧，我哋咧就有即係去揾咗一間咧，都係梅窩嘅，不過咧已經即係殺咗口呢個黃公田，黃公田學校，呢間咯，呢間咯，就黃公田啊，黃公田六村咯，即係學校，即係依家學校咧都係即係俾人哋即係嗰個嘅即係已經係即係荒廢咗啦。嗯，其實有冇聽到話啊？其實嚟緊會唔會譬如話依啲嘅學校都有機會會即係啲村民都有興趣，即係去繼續去做一啲嘅活化，或者係點
樣嘅咧，就有冇聽過呢啲？啊，有我都幫佢哋手做添。就嗱，黃公田咧就1962年咧，就因為每個學校咧就係、是、啊，當嗰陣時50年代啲人太多人落嚟啊，由梅窩由幾百人一變變到係1,000,000+人啊，個人口咁變咗咧，梅窩校咧就容納到咁多啦。咁啊上下午咧啊上晝450，下晝450，去到差唔多1,000啦。咁啊變咗1962年咧就啊申請啊呢間叫黃公田木村學校啊。咁啊就大約係啊好合唔知道到80幾年就已經係結束咗啦。80年代嗰陣時候，結束咗啦，慢慢就即係結束咗啦，停辦咗。咁啊早幾年咧。啊！個村長啊，鄧村長咧就揾我幫佢手咧去申請將呢間屋冇荒冇曬咗佢啦，就做一個叫做佢村嘅村公所，同埋一個老人中心。但係好可惜，政府就呢個政府財產，就唔係咁容易俾。呢個都係啊，好大喎呢度其實。其實而家四個課室，因為咧而家即係可能而家隨住咧大家對於嗰個保育嘅概念咧慢慢即係著重啦咁樣。其實我而家有好多嘅閒置嘅村口咧，係即係有待咧可以即係希望可以再活化再利用嘅咁樣。咁甚至而家好似我知早前可能我講喺一七年就好似推出咗一個新嘅政策咧，就係、是、可以俾一啲嘅即係非牟利團體咧嘗試去將即係間即係一啲嘅閒置嘅一啲嘅村校可以即係去做一啲嘅即係可持續使用嘅咁樣。咁其實所以我都覺得就話好可惜啊，有好多嘅即係閒置咗嘅村校即係。即係丟棄咗喺度咧，變咗慢慢你知啊，一個冇即係冇人住、冇人用嘅一個嘅建築物咧，係好容易係會即係倒塌啦，係啊冧曬咯。但係都有遇到有啲問題嘅。係嗱，啲村校咧啊，大嘅村校就政府就當然政府有用啦。但係好似黃公田呢間學校咁細咧，個村長咧就唔容易係。俾政府交俾其他人，咁變咗咧就都遇困難嘅。譬如話你其他啲啊志願機構去攞嚟用咁樣，政府都想噶，但係受到村民嘅阻止。係，即係究竟可唔可以佢做嘅一啲嘅服務能唔能夠即係令到當區嘅村民甚至即係可能佢都好關心啊，因為佢對嗰個地方有感情。另外更加佢覺得你用嗰個地方之後，是不是令到他們更加不便呢、就是這樣，即這個大家都需要去探討和理解咯，這樣所以今天的時間呢就差不多了，也很感謝邱博士和金博士的精彩的分享這樣我們希望呢、就是、日後有機會啦、就是、我講緊即係以後有機會，即係而家嘅疫情咧，都仍然咧，都即係雖然緩和咗啲咁樣，咁但係咧要做考察啊，做活動咧，仍然都有好多嘅限制喺度。咁我希望咧，日後即係疫情即係緩和之後咧，真係好希望咧，即係揾到阿邱博士同阿金博士咧，哇！真係帶我哋去睇下，哇！嗰度嘅一啲嘅風土人情，跟住大家去了解一下，即係梅窩嘅歷史文化。同埋佢哋嘅人情味，好嘛？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哋不如就係呢個時候咧，就同網友咧講聲拜拜，好嘛？好 ，OK， 好，拜拜，感謝邀請，多謝，拜拜，拜拜，拜拜。